有拿到学分吗？有拿到学分吗？你们？我刚才给大家这个设置了一个学分，有拿到吗？这个是许杰拍的，是不是？就一个。我是嘛。如果一个学分你们能拿到的话，那下一次咱们再拍照上墙的话，咱们就设置10个学分啊什么的。有是吗？太好了，那我下次再给你们设置是吧？这小手真漂亮，不错不错。好嘞。然后这个是李霞说的，非常可以，非常可以。然后呢，周老师可以给大家加快节奏，但是呢，咱们今天的后半部分有一个特别难点的内容，看大家情况。如果大家情况稍微的需要咱们调变节奏的话，咱们还会稍微的变周拖拖一下，是不是？好嘞，考神附体，非常棒。好的，这都是啥？这都是啥？哎呀，一堆的书是吗？真棒，真棒，真棒！好嘞，都来了。咱们，哎呦，这是吃饭呢是吗？吃了一碗大米饭。OK，不错，不错。好嘞，同学们，拿到一个学分就行了。然后呢，我们开启咱们今天的任务。今天还有下一周，周老师呢给大家把整个的神经调节就。都讲完，我再嘱咐咱们，尤其是秋季课才跟周老师的同学们，一定要提前做好预习，因为我们很多的同学呢，在暑期呢，他是跟过咱们的预习课的，有一定的打底，所以呢，咱们新跟的同学们一定拼了命，好好的提前预习，这样呢，我们的上课效果能更好一些，大家一起加油，好吧？给大家发一下咱们的上课红包，赶紧的。上课红包拿一拿，刚才试了一个学分，下一次如果我再给大家拍照上墙的话，那么就给大家多整几个学分，好吧？朱颜，真棒，我又看到你了，感觉你好久好久好久啊，是从什么时候跟着周老师开始上课的？是从我们高一秋季啊，还是什么时候？1万个学分，只要周老师手里有，就全都给你们。好嘞，5、4、3、2、1，再来一个。你看我的记忆力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好？周老师的记忆力特别特别的好，是不是啊？全都记得你们。你们多久没来直播，然后跟周老师互动？大概呢，周老师也有印象，是吧？好嘞，最近有不少同学能回归直播了，真棒！5、4、3、2、1，结束了，来吧，同学们，我们今天呢是神经调节的内容，咱们呢，一部分学校，同学们已经把神经调节都学完了，神经调节都学完了的同学呢，咱们更要深入的把之前的一些没有懂的地方、一些问题，咱们痛痛快快的、彻彻底底的给它解决。来了，同学们，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这三大块，注意一下这三大块里面呢，我们的第一部分的内容跟我们的暑期比呢，它有一部分新的考点、考法、知识点，好吧？所以第一部分呢，我们要注意一下。比如我们的神经胶质细胞，比如我们的内脏运动神经，林林加油啊！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快速的过一下知识点，因为这一部分呢涉及到的内容呢没有什么更深入的、更复杂的、更多的内容。但是到下一节课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更复杂的有关反射弧的一些关联、一些复杂通路的问题，因为本节课呢，主要涉及的是给大家讲通我们第三个最难、最难的一个痛点，好不好？所以本节课神经调节重点呢，在这一块，大家一定要学懂啊！最后有一点点难，然后呢，我们下一节课主要是把所有神经调节的综合性的问题给大家解决，跟暑期相比，咱们的第二节课内容基本上在暑期涉及的就特别的少了。好嘞，同学们，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第一部分神经系统和神经细胞，我们直接来上干货了。在暑期的时候呢，周老师给了大家很多的一些实际的生命情景一些数据我们的神经细胞可以1米长，鲸鱼的10米长，然后呢，电信号可以100米每秒，等等等等，那些咱们在秋季课，周老师呢不会给大家说那么多那么多的
这个通俗的实练或者什么的，咱们直接上干货啊，给大家快速的来解决我们的知识点、考点、考法题型，全都在我们的笔记上整理下来。所以呢，可能对于那些基础的东西，过得特别特别的快。我也希望我们的新同学呢要跟上节奏，好不好啊？因为我们是同步课了，不再是让大家啊这个像暑期课似的来好好的从生命观的角度，从我们的根本逻辑的角度，给大家使劲的去进行那些通俗的理解，现在咱们就需要高效的拿分了。来，同学们，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神经系统和神经细胞的理解。那这个知识包括的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神经系统呢包含了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也叫周围神经系统，它俩呢是同一个词。然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呢，说白了就是周老师喜欢给大家画的这个大马勺子啊，上面呢就是脑，下面呢就是脊髓。那脑呢包括了我们的大脑、小脑、脑干、下丘脑等等等等。这个呢，等到下一节课的时候，我会给大家细讲咱们的大脑有哪些更高级的功能，我们在预习课呢都没有讲到，对吧？那脊髓呢，就是我们这一根儿，为什么叫它中枢呢？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啊，比如说有10的10几次方个神经元的细胞核在这里。同学们，神经元的细胞核在这些中枢部位。但是呢，大家知道我们的神经元不光是圆圆的一个细胞，它的细胞膜都变形了，它会凸起。非常非常多的凸起，所以呢，咱们的那些凸起，我们管它叫长长的神经纤维，是不是啊，同学们？这些长长的神经纤维、神经的凸起，它会遍布到全身每一个角落，形成我们的外周神经系统。说白了，从咱们的脑部以及我们的脊髓的每一节啊，每一段发出很多很多的粗粗的神经，比如说脑发出12对，脊髓发出31对，这些不需要大家死记硬背，我需要背多少多少多少，不需要。但是你要知道什么叫神经。郑老师语速开始加快了，凡是基础的东西，我快速的给大家一边解读一边过。且咱们的笔记页，大家看好了，哪些是笔记页，哪些呢是需要你就理解理解就 OK 的。来，同学们看一下，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头部的一些神经已经就是遍布全身，咱们的头面部也会有，颈部也会有，下肢也会有，上肢也会有。有同学说，老师，那我们的头部是不是所有发出来的神经只管这个头以上的啊？那个这个脑袋这个大脑发出的神经不会控制，不会到手、到脚、到内脏、到什么？当然会啊，它是非常复杂的交织网络。你千万别认为我们是两节儿节儿的啊，上面发出的神经只控制上面，下面发出的神经只控制下面，你疯了啊！你脑袋和下面是断开的呀，不可能，是不是啊，同学们啊？不可能，不可能的啊！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遍布我们全身的。郑老师随便给大家截了个图，记住我给大家看的图都是咱们的专业大学啊，解剖生理学啊，我们的神经学相应的教材里面，郑老师给大家解剖出来的，这根本都不是笔记页，就是为了让你见识，真的能懂我们人本身的样子是什么的，而不是在高中学了神经系统，你背下来的仅仅是一些生硬的模式图啊，就画了一个模式的小这个小神经元，不是那样的，就是你要真的懂我们的生命是那样的，到时候考题你才能解决，否则你就是死记硬背，而且你没。会没懂啊，所以周老师呢给大家上这些看起来理解比较好的图啊，你看看，这不就是我们脑发出来的那12对神经吗？这一对，这两，2、3、4、5、6、7、8、9、10、11、12，对不对？啊，整个这12对，你看这是我们的那个书，专业的书上的这个图哈。然后呢，郑老师还从另外一本书上给了大家一些截图，因为刚才呢这些都是模式化的，你们自己看看，这不是真实的吗？对，这是真实的标本，你们再看这是不是一根一根粗粗的神经，能看出来吧，同学们？这是不是我们脑部发出来的一根一根粗粗的神经？看到的同学在翻去回个一，哇，老师，原来我们的脑能往我们的躯干、我们的外周发出好多条神经啊！真的能看出来，这都是我们真实的图了。再给你看更真实的，来，同学们，你们自己看看，咱们做手术的时候，我在暑期的时候给大家讲。那个手断了，要把什么接回去？要把神经接回去。你看看，它这儿是跟喉啊，这块相关的神经，在做一些什么甲状腺手术啊什么的。咱们把皮扒开，把肉扒开，把肌肉全都拉开，然后你看看是不是要把里面粗粗的神经给它挑出来？千万别让这个神经损伤。如果这个神经损伤了的话，非常有影响啊。所以康悦啊，周老师还没有敢给大家拿
更多的图，因为很多这种手术的图，包括有一些断掌、断手的图，你们自己感兴趣，自己可以去网上查。我给大家呢又找了一个模式化的图，你看看啊，这是真正的做手术的啊，就把皮扒开，然后固定住，然后呢，你看这是血管也要给它垫开，这是一根粗大的神经啊，看到了没有？这不是真实的图吗？你看，把坐骨神经挑出来，同学们懂了吗？哎，原来我们的脑也好，我们的脊髓也好，发出这么多的神经，给大家看脊髓了啊！来，同学们，给大家看脊髓，这不是我们的脊柱吗？嗯，咱们的脊髓呢，咱们的脊髓呢，其实是哎放在我们的椎管里面，咱们的每一个椎体，同学们来看，我给大家一个横断面，这不是我们的大那个骨，就大骨头吗？对吧？啊，咱们的。这个脊椎中间这儿是空着的啊，这个空着里面就装了我们的脊髓啊啊，咱们不是这灰了吧唧的叫灰质，白的叫白质吗？那灰了吧唧这地儿就是什么？好多好多的神经细胞核，懂了吗，同学们？好几好多神经细胞体，然后这个白的部位呢，往往就是那些啊长长的神经纤维，所以你看它往外发出去，这不就是一根粗大的脊神经吗？能看出来吗，同学们？一根粗大的脊神经，所以我给大家看看真图，你们看看，这不是咱们暑期给。大家看过一遍的真图吗？你看看这一根一根粗大的脊神经，能看出来吗，同学们？哎，这就是我们真实的了啊！当然，它呢也会伴随着我们的。你看这儿，这图就看一眼，这些图都不需要死硬背，就是让你懂的啊。它会跟我们的血管一样，淋巴管一样，遍布在我们全身。说到这里呢，大家可以想啊，去想象，好。好，别瞎说了，哎，想起麻辣大骨头、大棒骨是吗？行了，同学们，你可以想象周老师呢，让大家理解得更好一些。不管我们前面周老师给大家说的遍布全身的血管系统，还有遍布全身的那个淋巴管，今天呢，我没有说整个的神经会爬到全身，到我们的每一个角落，这些系统全都是到咱们的每一个角落的。如果没有到达每一个角落的血管系统、淋巴啊，那么咱们呢就没有营养，会死掉的，对吧？所以它会得遍布到我们的每一个角落去营养我们的细胞，而我们的神经呢要到达每一个角落去控制咱们的细胞。如果神经不到达每一个角落，那个角落的细胞是不受控制的，就完蛋的。哎，所以大家想想啊，攀爬在咱们全身的这些网络，包括咱们的血管啊、淋巴管啊，包括咱们的神经啊，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应该是18年上映的吧，叫《毒液》。想象一下，那个毒液最后是不是跟男主人公共生了，分不开了？哎，所以你想想，我们的这些爬到遍布全身的这些系统，血管啊、淋巴管啊、神经啊，就仿佛也是会啊关联到咱们全身每一个细胞的角角落落的啊那个细胞，它都控制住，它都去营养，是不是大概这个意思？自己去理解就行了。周老师给大家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让你呢印象更深刻一些。所以下面我们要记笔记了，同学们看，这是我们的笔记页，你打印出来也非常非常的清晰。周老师打印光，一看这就是哇，老师我课堂笔记下载下来，这就是需要我正儿八经记下来的。咱们啊，神经系统它整个的包括的内容，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或者叫周围神经系统，你答这两个词儿，哪个词儿都得分。外周、周围，然后呢，中枢神经系统就那大马勺子、脑和脊髓，然后呢，周围神经系统，你看周老师都给大家打上小星星啊。那我们的周围神经系统呢？它不是从我们的脑和脊髓发射出去的吗？不管是脑发出去的，还是脊髓发出去的，一开始都是粗粗的，后来越分越细，越分越细，分到全身的每个角落。但是呢，不管是从脑发出去的，还是从脊髓发出去的，它都分成了传入神经和传出神经。同学们能理解这件事儿？传入神经负责把周围所有的信号呢给它传到我们的中枢。为什么说中枢它是我们最高阶的地方呢？因为刚才说了，这里面有大量的神经细胞核在这儿，它负责分析信息的，它是最高级的地儿，可以这么去认为。所以呢，都分成传入神经和传输神经。传入神经呢也叫感觉神经，传输神经呢也叫运动神经。所以呢，传入、传出啊，感觉、运动，这是两套名字。然后我们来看传出神经，传输神经来控制我们机体啊，咱们机体干嘛呢？咱们机体要运动啊，我们内脏要跳动啊，啊，咱们要分泌唾液呀，我们的血管要收缩啊，要舒张啊，要出汗呢，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分成了控制躯体的运动神经，你可以控制得住啊，同学们啊。但是我问大家，你控制你心脏跳动，
你控制控制你啊，那个立毛肌让汗毛立起来，你控制控制你的血管收缩和舒张，你是控制不了的。那些啊叫什么呢？那些叫植物性神经，也叫内脏运动神经，但是不止。控制内脏也控制血管啊，什么之类的，同学们懂了。所以咱们的运动神经、传出神经分成了控制运动的，还有一类你控制不了的，就是用你的意识、用你的思维、用你的思想控制不了的，那些叫植物性神经，叫内脏运动神经，也叫自主神经。它呢分成了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待会儿我要给大家主要拿出来。他来讲一讲，因为以后咱们学反射弧，多数学的都是控制运动的那些啊反射弧。那么少数咱们呢，可能对这个不理解，且是我们的这个新教材上新加的内容。而且周老师在这提醒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从我们的23年高考开始，有一个极其明显的变化，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从23年高考开始加动了、加大了我们的新教材的。新加内容的考，这个高考里面的高考题，大家知道这一点吗？在23年之前，因为有的地区呢还没有完全普及新教材，但是从今年23年已经出来的所有的高考题，周老师都看过了，它的有关新教材新加的内容几乎啊比例啪大大上升了。同学们知道这一点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起我们的新教材新加的内容来来吧，同学们，咱们这一页刚才已经讲完了，自己呢把笔记落实下来就行了啊。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脑呢大脑、小脑、脑干、下丘脑，在我们的脑的瓜子、颅腔里面。下一节课呢给大家好好的分别去讲它们，来，然后呢脊髓位于椎管，刚才也给大家讲完了，在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内，大量的神经细胞聚集在一起，形成我们的很多很多的神经中枢。大家知道咱们的反射弧呢分成感受器、传入神经、神经中枢、传出神经向应器。我们的每一根反射弧都有它自己的神经中枢。比如周老师给大家举了两个控制呼吸反射那个反射弧的中枢在哪？在脑干啊。那控制膝跳反射那根反射弧的中枢位于什么部位？位于脊髓。所以一根一根的反射弧，它的中枢都位于不同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这个不同的位置而已，所以呢，咱们要一根一根反射弧学，而不能什么呀就是上来就学最复杂的，咱们就学一根一根反射弧，它的信号怎么传的，怎么出的，然后在中枢它在哪个位置，这个位置控制这根反射弧，好不好？然后呢，外周神经系统呢分布在全身各处，它。包括了脑神经和脊神经，好不好？哎，咱们呢这个小字儿不用记，咱们的正文的字儿都要记，而且我们的标了颜色的字更要重点关注，行吗？它们呢都包含有传入和传出，传入呢负责把信息传到中枢，然后中枢呢来进行分析和处理，并且下达指令，最后呢通过传出让我们的机体呢做出效应来就 OK 了。行了，咱们的这个知识点给大家说完了，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由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神经系统组成。然后呢，同学们来看，咱们重点说一说我们的内脏运动神经。就是自主神经。自主神经呢，可以有三个不同的名字，一个是内脏运动神经这个词儿或者是自主神经这个词，或者是刚才我给大家说的植物性神经，它仨是同一个概念，好不好啊？那内脏。运动神经是指的什么？是指的我们的传出神经里面的一部分。传出神经还有控制躯体运动的躯体运动中枢躯体运动神经啊。刚才给大家说了是吧？现在咱们把它再拿出来，支配内脏、血管、腺体的传出神经，它们呢不受意识的支配。刚才说了，你自己控制控制，你能不能起这个让你的汗毛立起来？有没有同学有这种特异？这个超能力一般情况是不行的啊！你控制控制你的心脏，别让它跳了，或者让它跳得快一些，跳得慢一些，你不太能控制得住，是不是啊，同学们？所以呢，这叫不随意的，不受意志控制的，人家自主的，人家自己管自己，你管不住人家，是不是这意思？好了，那它呢是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组成的。然后周老师呢给大家把它的功能做了一个表格，这样你们记起来呢更轻松、更精准啊。来，上才艺，自己能控制起鸡皮疙瘩是吗？有，偶尔有那种特异功能的人啊。那同学们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跑2次心跳加快，你是用思维控制的吗？
你是生理自己变化的，康悦，你能不能用你自己的意识来控制它？你是不能的，是不是？好嘞，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机体变得特别兴奋、特别紧张的时候啊，那么我们交感神经占优势，这个时候你心跳就要加快了。为什么呀？因为你都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啊，你的机体要全力的去奋斗了。比如你要使劲跑步，周老师在这儿咔咔咔讲，周老师在这儿呜呜喳喳，呜呜喳喳，是不是啊？我要调动我全身的啊，这个胳膊的肌肉，跑步的要调动腿上的肌肉，等等等等。所以呢，心跳加快是为了供血更多一些，供氧更多一些啊。我们的啊骨骼肌细胞带动的我们的骨骼要控制机体运动的兴奋起来，是不是？所以大家记住，咱们机体兴奋啊，也就是交感神经活动占优势的时候，我们心跳加快，咱们呼吸也变得啊，氧气多一些啊，什么的，支气管扩张，然后胃肠蠕动什么的就得变慢。为什么呀？这个时候血液就不能流到我们的胃，流到小肠那个位置去了。这个时候你别光顾着吃，光顾着消化了，你得什么呀？顾着全身的肌肉啊，要增加血流量啊什么的。大家是不是非常非常好理解啊？因此，同学们记住，咱们的机体在应激状态的时候，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应该是我们的第一行，好不好啊？我们在比较应激状态下遇到紧急情况，赶紧逃跑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机体就要兴奋起来。但是我们机体安静的时候呢，机体安静的时候，咱们的机体就要休养生息了。你不能天天动用你的胳膊腿儿，咔咔的一通的啊，使劲的让你的肌细胞消耗能量。这个时候你不得补充能量吗？所以我们的心跳慢慢的变慢了。啊，不需要哈啦哈啦的那血流到全身了，是吧？那我们的胃肠蠕动反而会变快了，因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刚吃了东西，需要歇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那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安静状态，你的机体在休养生息的状态，你要赶紧的从外界从你的消化道吸取营养来什么呀？来把你的这个机体补充起来，是不是啊？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和营养物质的吸收啊，这是这种情况，休养生息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呢是副交感神经占优势的，副交感神经占优势的。为了让大家记得比较清晰，你看周老师呢给大家一个谐音梗是吧？安抚是不是就记下来了？安静状态下，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占优势。那至于兴奋状态下呢？兴奋状态下，交感神经占优势。那俩词儿咱们就不说了，你们自己一记也能记下来是吧？兴奋。交感神经，那安抚、安静、副交感神经，是不是记得非常非常的准了？哪怕你说老师，我忘了怎么回事，你现在一想，安抚啊，安静下，然后副交感神经占优势，兴奋下，交感神经占优势，全都记下来了。行了，死记硬背也记下来了。行了，行了，哎呀，王海就你懂。行了，咱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它记下来，但是呢，周老师希望大家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把它记下来。好，那我们的内脏控制为什么要分成交感和副交感呢？它俩往往劲儿是相反的，对不对啊？他们在控制同一作用的时候，往往是反着来啊，往往是反着来。我们的佳琪可以推出重进，行了，所以它就像我们汽车的油门和刹车，这样的话你开车才精准呢啊！你光刹车或者光油门，那你那个油门小了，速度就慢了，你没有刹车也不好吧？是不是啊，同学们？想到了没有？原来既有油门又有刹车，它们呢能够更精准的来调控我们的反应，让我们的机体更好的适应环境变化。这样的话，同学们记着是不是还挺清晰的？你看看周老师呢给了大家一个不需要笔记的，也就是在我们的专业教材里面给大家呢翻译出来，高中需要去理解的。那个，你们知不知道学医的同学们，你家里有没有姐姐哥哥什么之类的？学到神经这一块的时候，头都要痛死了，因为太复杂太难了。周老师能够给大家翻译成我们高中需要用到的程度就行了。你只要理解这一句话，紧急情况下机体应变主要靠什么？交感神经。然后呢，平和状态下、安静状态下啊，维持我们休养生息、恢复我们的机体，主要是副交感神经就行了。那这样的话，同学们，你看看这样的啊，看一眼得了，看一眼得了，太复杂了，咱们的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学医是吧？康业，加油加油啊！学医造福我们整个人类健康，是不是？好嘞，这是我们的示意图，咱们的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控制我们的内脏，这里内脏是一个大概念，不止我们的心脏啊、肺啊、消化系统啊。
什么的，也包括了我们的腺体，你出汗啊，分泌唾液、泪腺啊，然后呢，你的那个一些这个血管，所以呢，它都是在控制一些心肌呀、平滑肌呀、腺体呀，是这些地方，好不好啊？心肌啊、平滑肌啊、腺体啊，然后呢，这不是我们书上的一个图吗？同学们来看看，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兴奋状态下占优势的交感神经，这边是安静状态下占优势的副交感神经。那么你们自己看看这些逻辑，还用周老师让你死记硬背吗？但是这一定是我们考题的重点啊，同学们啊。那我们兴奋下，交感神经占优势，让我们的瞳孔扩张，赶紧的多看东西啊，然后多光射进来，然后我们的眼睛赶紧的看好了机体，趁机就溜啊、跑啊、哪里藏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啊？那我们安静下，恨不能我都闭上眼睛，我都不希望看见什么东西，是不是？你们自己看看这些啊，气管是支气管收缩，然后心跳变慢。我问大家，咱们的这些蓝色的箭头、绿色的箭头，你们还用死记硬背吗？同学们啊，就记住一个安抚啊，性交感神经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啊？行了行了，同学们，咱们搞定了这块，搞定了。那么我就想考一考大家，那么这道小题呢，告诉大家不止是涉及到我们的原理的问题，还有这道小题其实比较像样的，性感是吗？好，性感。行，康悦，你说的好，性感也可以，非常好。那这道小题特别好在哪里呢？同学们，我们说的控制，不见得仅仅是你的意识控制，你的机体要比你的意识强大多了。你意识想让自己把自己憋死，你机体可不想死，懂这个逻辑了吗？亮宇啊，周老师要大嗓门吼你了，懂了吗？什么叫控制？你以为只是你想怎么着，你的意识怎么着叫控制吗？难道你机体本身生理性的控制不叫控制吗？那才是救命的控制，懂了没？你机体比你自己的思维更那个爱你自己啊！问我这句话是因为这个道理没想通，是不是啊？想通了，亮宇回复周老师一下啊！好了，那这道题你们有很多想的不对的地儿啊，问出来周老师就纠正你们啊！好了，那你看一下这道小题呢，是特别像样的，像正儿八经的高考题的样子。了啊，但是难度不算大，因为什么呢？因为里面不光涉及了咱们学懂原理，如果你真学懂了原理，这道题其实直接选也是 OK 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这道题里面它有信息，它告诉你了，不想让你死记硬背，给了你一些额外的信息。还有就是什么？这里面是我们高考卷里必考的一个东西，逻辑啊。这个逻辑我千强调万强调，尤其是咱们这个平台所有的同学们，你要好好的多练自己的逻辑，不要总认为说老师我这个就是。思维慢，就是人家别人能分析出来说 A 影响 B 影响 C，A 增加了，那 B 怎么变，C 怎么变，我就想不明白。你多练，一定想得明白。而且是每一个高考卷里面都会考这个能力，就是逻辑分析能力啊。他强了，他会不会强？他是弱还是抑制？还是促进增加还是减少？这些在高考卷里面一定会考的。这道题里面呢也出现了这个逻辑分析。好，问你错误的是，如果周老师不讲，而且还是双选。我想同学们看看你们自己这道题做成什么样，会比较悲惨，我猜。同学们加油，双选啊，双选，加油加油，很好很好的题，真的。如果真懂原理了，这道题呢，光靠原理也能做出一部分来。但是呢，这道题里面还有信息，而且是数据信息，而且呢还有逻辑能力的考察，真好，小题儿。加油加油！你们那些有多选的地区的同学们，自己加把劲儿啊，是不是？不能每次咱们一出多选，大家就歇菜是吧？啊，有的人说我的地区没有多选，没有多选，有多选也是让你做题做得更精准啊！加油加油！找错啊！有的人说："老师，我啥也没记住，我就记住一个安抚了，就是安静的时候，副交感神经占优势，是吧？"加油加油，同学们！反正多选题，周老师从来对你们没有高的预期，正确率一定会低的。好，10、9、8、7、6、5、4、3、2、1，结束了。
就是给你说这样的题才是比较像点样子的高考题的样子啊！来了，同学们，这道题呢，我们选的是 A 和 C，别伤心啊！做现在错了，我老嘱咐大家，你现在错了，不用伤心，不用难过，总比你正儿八经的高水平、高质量的考试错了，以及高考题错了，那么就是更好。现在错了，提前把它扭转过来。等到你们期中、期末，期中、期末成绩很重要，因为什么？记录你们的档案。然后呢，高考成绩更重要，是不是？好嘞，那错误的是 A，肯定错，因为副交感神经它占优势的时候，是我们的安静状态，不会让心脏变得更快，是抑制心脏的，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 C 也是错误的。他说支配心脏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又它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什么，它只有传出它。就是传出神经，它叫内脏传出神经，叫内脏运动神经，这不就是刚才讲的知识原理吗？所以 A 和 C，我们刚才的原理懂了，A 和 C 就能选出来。那我们看四 D 选项，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活动不受意识支配，当然我们说的就是自主神经啊，不是受意识控制的，它是自主神经啊。刚才我们的量宇不是还问了那个问题吗？是不是啊？好，然后二 B 对心脏支配占优势的，来，同学们看看他给的这个数据啊，给的这个数据，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心跳是90，但是我们阻断了副交感，那心跳变成180。好，我问大家，副交感是抑制心跳的还是促进心跳的？小逻辑。啊，有的人说老师，我是背下来的，不是根据信息分析出来的。那如果咱们根据信息分析，你们有没有信心说老师我逻辑没有问题啊？它原本90啊，然后呢阻断了副交感变成180，说明不阻断副交感的话，它应该比180要低呀，所以它是抑制，所以这就是我们高考里面必须考大家且占比挺高的一个逻辑分析啊。这一点如果大家不锻炼出来，你高考一定是吃。亏的。那同样阻断交感神经，它呢从90变成70，变低了，说明交感神经的作用是促进它呀，是不是啊，同学们？哎，就是这种小逻辑。且你们有没有看到哪一个差值会更大一些呢？是90和70，还是90和80？所以你破坏交感和破坏副交感，哪一个对心跳的影响更大呀？当然是占优势的是副交感了，副交感它们的差值德尔塔90，德尔塔20，所以起特别多作用的应该是副交感，这不是特别好的题。以后到高三，这都是最基础的练习题了。到高三二轮提升综合能力的时候，同学们加油加油！咱们到春季后半段，周老师带着大家扎扎实实的一轮复习，接着二轮复习啊，咱们先把现在的同步给它打好。来，同学们，后面的内容我给大家快速的过一下。刚才呢，咱们已经把两个知识点过了啊，两个考点过了。一个呢，就是你要知道我们整个神经系统的组成，周围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其中我们单独拿出来了咱们的内脏运动神经，它属于外周神经系统，是不是？然后单独拿出来说了说自主神经，说了说它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然后下面我们呢再把神经元的这个知识点给大家总结一下就行了。好嘞，都阻断，你别瞎说自己。康悦，你自己干嘛呢？做真正的实验，看实际的数据，好不好？啊，都阻断了。咱们不知道，因为没做那个实验，必须做实验才有科学的结论，才能说话，不能胡说，不能瞎说。来，只能是你自己推理，这是你的假设，你要有假设，你就要做实验，是不是啊？咱们的叫假说演绎法，是不是？好嘞，那这个咱们就快速的过了啊。我们刚才看到的所有的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遍布到全身每一个角落的，全都是由一个一个的神经细胞组成的。主卧神经细胞呢，所以，之后你不用担心，你写细胞题、写包题都对呀。都对呀，所以周老师给大家有的地儿写的包题，有的地儿写的细胞题，管你呢啊，这不是错与不错的问题，我又使大劲的喊你们了，是不是？记住啊，这不是什么一定错、一定不错的问题。两个词儿都对，就好像我刚才说的周围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这没什么区别啊。好嘞，不用担心，这破玩意儿啊，太破了，这小问题啊，破的周老师都不想说这种问题了。来了啊，包体、细胞体，它们都 OK，你说哪个都 OK 的啊。好，那我们的神经细胞呢，长得不再像咱们的一个一个的小细胞了，那它的细胞膜呢，开始变形，凸起一个，凸起一个，凸起一个，凸起到大概这个样子。其实我们各种种类的神经元，
它的样子呢有差别，但是大致都可以画成这样的一个模式图。而且这里面咱们快速的把干货总结一下啊，我们的暑期的同学对这个的印象应该是比较熟悉了。好，同学们都分成细胞体和突体两部分，或者你也可以说分成细胞体、树突、轴突三部分都行。因为我们的突体呢分成两类突体，一个呢是特别长的这一个突起，它只有最末了才分叉，这个呢叫轴状突起、轴突。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特别短，但是分布比较广、分叉比较多的，咱们叫树状突起，就好像树冠似的。那么你需要自己理解分析下来的就是结构与功能相适应吗？你要知道这个细胞为什么长成这样。所以我问大家，树状突起和轴状突起和轴突，它俩谁来负责收集信息？谁来负责把收集到的信息传给下面的细胞？你们自己能理解吧？当然是分叉多的，分布范围广的，它负责干嘛？负责来接受收集信息，把这个信息收集到我们细胞里面来。然后呢，这个轴突负责把咱们的信息往下传，但是这里面也有小小的考点。往下传的时候呢，可以传给下面的一个神经细胞。啊，又传给下面的另外一个神经细胞了，也可以传给下面的多个神经元，可以是一个或者多个啊。比如说，我这儿跟另外一个神经元相接，这儿跟另外一个神经元相接，所以呢，它可以传给下面的，一个神经元或者好多个神经元，甚至它可以传给我们的肌肉细胞，因为我们的肌肉细胞也是我们的传出神经在控制着的呀。啊，包括我们的腺体细胞控制你出汗呐，控制着你分泌唾液啊，分泌泪液啊，等等等等，是不是这样子的，同学们？好了，所以这儿如果填空，你们自己也都能落实下来，其他小字儿你们再看一眼就行了。那我们的细胞体或者胞体，你看我这儿不都写着呢吗？叫细胞体也行，叫胞体也行。那么它呢，里面有细胞核的这个位置，主要脑和脊髓，分布在脑和脊髓那里。我们的突起呢，主要在躯干。刚才呢，都给大家讲完了，来看一下这个考点里面神经元的各部分结构及其对应的功能，大家一定要理解通透了。那我们在做题的时候，经常看到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要不画成这个样子，甚至简洁的画成这个样子。这个图咱们在预习课的时候也看到了，是不是？那么甚至有时候，我简化成这个德性，或或者我把那个树突给它画在别的位置啊，这一个小家伙也代表树突啊，这些都 OK 的，这都是我们的神经元。下面这个图呢，给大家展示的是谁来收集信息，谁传导信息这样的一个小图。然后同学们来看看我给大家画的两个连续的神经元，两个相连的神经元啊。有同学知道说了是两个神经元相连接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突触。叫突起接触的地儿叫突触，是不是？然后同学们来看看这两个图，我们的神经相关联上，两个神经元相关联，那么它的信息传导方向是红色的箭头还是绿色的箭头？回答这来是红绿，你们自己选择，是红色的箭头还是绿色的箭头呢？是红还是绿？等到最后，我讲难点知识的时候，我一定会给大家放慢语速的啊。咱们的快速过知识点，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在课上啊，就不用谈啊，这个怎么语速这么快啊，或者怎么回事了，是不是啊？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啊。咱们呢，把控好我们的课堂节奏。哎，特别特别的棒啊！你们全对了，同学们，特别特别的棒。绿色的这个呢，一定是错的啊。然后红色的才是我们的传导方向，因为由这个轴突往下传，这个呢是传给我们下个神经元的细胞体的膜，然后这个呢是传给下个神经元的树突的膜。OK 了，好，同学们，咱们接着往下来啊。然后我们这儿呢还有一个知识点需要给大家明确，就是我们的神经元的功能相关，这个简单过一下就行了啊。红字的部分呢是我们的重点，来，同学们，神经元的功能呢就是能接受刺激，能产生兴奋，传导兴奋，所以这儿出了一个新的生物学名词叫兴奋。兴奋你要理解，尤其是它的考点在哪儿呢？就是周老师给大家标红的哪些细胞可以兴奋起来呢？像我们的神经元可以兴奋起来，像肌细胞可以兴奋起来，像腺体细胞可以兴奋起来。兴奋呢也可以是一种信号传递出去，那么它一定是接受到信息之后，接受到刺激之后，同学们，好，沉静看回放啊。那它一定是接受到刺激之后，接受到信息之后，它呢才
表现为兴奋。什么叫兴奋呢？就是从原来静止的状态变成活跃的状态，这就叫由静止变兴奋了，好吗？神经中枢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区别啊。待会儿咱们讲到反射弧的时候，我就给你说好吗？而且是不是新同学在咱们的预习课的时候，周老师是不是批评过大家不要再有这么错误的小破问题了？是不是啊？别着急，一可啊，别着急。好了，那我们神经冲动的定义就是我们的电信号的兴奋就叫神经冲动啊。咱们呢，兴奋可以有电信号的形式，也有其他类型的形式，比如说化学信号什么的啊。好了，那神经冲动呢，是在神经系统中沿神经纤维传导的兴奋电信号的时候，咱们呢就管它叫神经冲动。比如周老师在这儿给大家画的这个图，但是呢，我们往下传递给下一个细胞的时候，它就是化学信号了啊。很多同学呢，在学校都学完了，知道是化学信号，它就不是电信号了。在这儿呢，还有一个概念，就是神经纤维的定义。同学们记着，我们的所谓纤维啊，所谓纤维其实是描述形状的，就是长长的，就是神经纤维哦。周老师知道了，好，我的问题，你们怎么不提醒我啊？周老师是不是讲得太投入了？咱们的时间有点久了，是吗？啊，有点久了。好，别着急啊，待会儿咱们就这个做题，我们按着节奏来，好不好啊？那神经纤维的定义，就是指的我们的轴突以及外面包着，你可以认为它不是传电信号吗？它要绝缘，所以呢，它包上一层皮儿，这个呢叫髓鞘啊，长树突以及套在外面的髓鞘，它就叫什么呢？神经纤维。甚至有的神经元呢，它是树突比较长的，外面也会有髓鞘，所以只要比较长的都会套上髓鞘。那长长的咱们呢都管它叫神经纤维。同学们来看看，就是这块嘛，然后我们的一个神经细胞，不管是树突还是轴突，它最后都会有分叉，咱们呢都管它叫神经末梢，就 OK 了，好不好啊？来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图，这是真实的图啊，之前很多同学都看到过了哈。那这是分叉比较多的一个树图嘛。那我们在数神经元的时候，咱们直接数这个细胞体或者叫细胞核就 OK 了。你数分叉是数不清它有多少个神经元的，数这里就 OK 了，好不好啊？这是我们一个小小的考点，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考点。然后这样的图咱们就直接过了啊。反正所有的神经末梢遍布到我们全身的每一个角落，每个角落没有神经末梢到达，那是不可能的啊，除非是你的这个没有细胞死的地方，比如说头发什么之类的。好嘞，同学们，最后给大家说一个比较新的，这个暑期完全没有接触过的，接触过的就是，你不要认为咱们整个神经系统里边只有神经元这一种神经细胞。虽然我们说神经元它是什么呀？它是我们神经调节的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由它来传信号，是不是？但是事实上，咱们还有另外其他类型的神经细胞啊，叫什么呢？叫神经胶质细胞。周老师给大家找的这个图或者这个图呢，它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翻译了，那个没翻译而已。很多种类的神经胶质细胞啊，而且它的数量要比神经元的数量呢要多。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有很多很多的作用，在这儿大家需要记下来的，这又是新教材新加的内容，大家要关注啊，因为它能支持神经元，让这个神经元别什么呀啊，别变形，别那个塌下去啊，我要支撑你在那儿啊，这个比较坚持住你原有的那个结构，因为它太长了什么之类的，哎，所以我可以在这儿支撑住你，哎，这是支持作用，当然也可起到保护作用、营养作用、修复神经元的作用。比如同学们来看看这个是不是一个其中的那个神经胶质细胞，它跟血管相连，其实它可以给神经元啊提供相应的一定的营养，而且你们发现了没有，这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包着那层皮吗？就是髓鞘，所以髓鞘说白了是由我们的神经胶质细胞来形成的，同学们懂了？哎，这就是咱们的神经胶质细胞对于我们神经元的相关的一些作用啊。因此你看，在外周神经系统中，神经胶质细胞呢来能参与构成神经纤维表面的这个髓鞘呀，表面的髓鞘。有同学说，老师怎么是在外周神经系统？因为
啊，只有在外周神经系统才有长长的神经纤维。在我们的脑，在我们的脊髓，它不可能有那么长的神经纤维呀，是不是啊？大多的那个细胞体都集中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里边啊。好嘞，同学们，那这样的话呢，着急做题的同学，咱们的题来了，不要再出错了啊。刚才我们的知识点在这里面呢，全都有，同学们加油，来做小题喽，做小题儿。加油加油！慢慢跟上咱们的课程节奏以后呢，大家就会发现我们普通的很多同学犯的错误，提出来的一些周老师老说不应该是问题的问题，以后大家就理解了哦，原来那个问题都不应该就是出现那样的问题，是吧？别着急，慢慢的咱们这个慢慢的往上提升啊！加油加油！翠英，周老师要使劲的喊一喊你，看看你能不能精神。悬梁刺股，这个题正确率特别特别的高。哎呀，一科，你看你着急了吧？刚才那么着急做题，来了道题还做错了，这可还行，要加油啊，仔细点。精神了，周老师喊你一嗓子就精神了，是吧？刚才周老师是喊错名字了，是陈倩，我喊的陈静啊，还是什么？阿森来了，真棒！一红，加油加油加油！好，五四三结束了。因为大家能跟直播都不容易哦，所以呢，周老师看到你的问题呢，我都会给你互动一下，所以这时候跟咱们直播的意义，当然你看回放的时候呢，也可以忽略这些问题，粗粗的自己往前拉，是不是啊？当然关键信息呢不能错掉。来，这道题我们的正确率还非常的好，错误呢就是 A，脑神经中没有支配内脏的。刚才我给大家说了啊，咱们的脑和脊髓发出来的神经，它是非常复杂的交织关系，它也往上走，它也往下走，对吧？你千万不要认为上半截、下半截是这个分开的，不行啊。神经胶质细胞数量比神经元还要多，好几十倍呢，恨不能，对吧？多好几十倍，具有很多项功能，支持啊、保护啊、营养啊、修复神经元呐、等等啊。那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由脑和脊髓组成，其中有很多神经中枢。刚才我还给大家画了一下子，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反射弧呼吸中枢，它就在，哎呦，脑干怎么画的？那就随便吧啊，这是一个反射弧的神经中枢。比如我们的膝跳反射，这根反射弧的神经中枢，它在这个位置，对不对？待会儿呢，给大家快速的过一下反射弧反射的内容就 OK 了。树突和轴突末端，它全都叫神经末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嘞，拿了个外卖，好。那个精神点儿哈，咱们呢别走神儿，拿了外卖，我们呢也要这个继续这个跟上咱们的课程节奏，是吧？在刚才我们的神经系统和神经元没有问题了基础上，周老师呢快速的给大家过一下反射和反射弧相应的知识点考点，马上就要过了啊，来，同学们。那这是一个典型的反射弧啊，上面呢跟它一样，只不过上面这个画的呢更形象一些。你们看，这是一个传入神经元，中间有一个神经元，还有第三个神经元。所以说白了，一个典型的反射弧，它是三个神经元，这儿也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神经元，总共这三个神经元，一根反射弧。就是最基本的我们神经系统里面的一个信号传导通路呀。所以咱们就拿出一根反射弧来进行看看信息传着它，通过它是怎么传的啊？怎么从这儿传进来，然后传到神经中枢，然后呢再传出去，再产生效应，是不是就看这个就 OK 了？只不过呢，周老师再给大家这个强调一下，有一些同学呢还是不理解啊。事实上，你别忘了，你以为真的就是这细细的一根神经纤维吗？不是的，它往往是那个词儿，有没有同学印象极其深刻的一把子神经纤维？记不记得一把子神经纤维？所以呢，之前我给大家看的是这个图，你看这不是一根神经纤维吗？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一根细胞啊，就是这一根细胞的神经纤维，看到了没？什么叫神经纤维啊？就是我们神经元的长长的轴突及其外面的髓鞘，以及长的树突外面包的髓鞘都叫神经纤维，所以就是一把子。你刚才你看，这是一根神经纤维。
纤维，这是两根儿，这三根儿，它们形成一把子，这叫神经纤维素啊。所以就仿佛电缆似的，我们的粗大的神经就是一个电缆，电缆里面又分成细细的一把子啊，细细的一把子里面又能抽出一根一根的来。所以同学们想想，我们的脑和脊髓发出来的12对儿也好，多少对儿也好，一开始发出来的神经这么的粗，这里面有好多把子，然后呢，我再分出一坨去，然后呢，我再分出一根来，所以越分越细，他们全都。哎，舒淇说过一把子，大家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啊。这是再早，周老师呢给大家画过的一个图，让你们去理解，这整个这一根就是一根粗大的神经了啊。这个图你们是不是看着更形象一些？这是周老师给大家又做成的一个新图，你们看起来是不是更明显啊？我们说的是其中这一根叫神经纤维。就是外面有髓鞘，里面就是我们的轴突啊，长长的树突也算，是不是？所以这一根儿，然后这一把子是神经纤维素，外面包着膜，然后一束、两束、好几把子，然后呢再包裹成，就是我们一根粗大的神经。这个图是不是看起来更爽啊？比暑假看的图还爽，是吧？当然呢，也伴随着我们的动脉血、静脉血，要不然你的神经细胞也会死掉的啊！它们全都伴随在我们全身各处的每个角落。OK 了，同学们，这样的话呢，咱们把反射弧里面的知识点，周老师给大家落实一下笔记页，来，笔记页这个我就不需要分析了，直接咱们落实就完事了啊。来了，刚才我们的倩倩同学啊，我们的倩倩同学问了啊一个小问题，就是在暑期的时候我已经给大家强调过，不要再有那么基础的这个问题的困惑了，好吧？在这儿呢就给大家解决了啊，这五个部分呢。叫什么名字？不用我在这儿啰里吧嗦了，小孩子都知道了，是不是啊？咱们有科普，有基本的初中的啊，哪怕初中没有，科普知识也有，感受器、传入神经、神经输入、传输神经、效应器。那么这里面你需要重点掌握的就是它到底由什么结构组成，它到底分布在什么位置，它作用是什么，我也不用解释，这儿全都写着，大家能看得清楚，是吧？感受器来接受外界刺激，把它变成一种信号，这种信号叫兴奋，沿着我们的反射弧传。那传入神经呢，就负责把感受器产生的那个兴奋，让它传到神经中枢就完事了。神经中枢这儿呢，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咱们刚才不是说一把子吗？那一把子传过来的是兴奋信号啊，还是抑制信号，还是什么信号？我们的神经中枢需要进行什么？需要进行分析和综合，在中枢这个位置需要分析和综合。你看周老师给大家画的这个反射弧，它就是一个神经中枢在我们的脊髓的某一段的一个反射弧。当然，你还可以再画一个反射弧。那个反射弧，它的中枢没准是在我们的脑的哪一处？它的这个那个，它这个反射弧的这个神经中枢，是不是啊？所以周老师呢，可以再 cue 一下我们刚才的那个陈静啊，陈倩啊，周老师又叫成陈静，陈倩同学，你可以现在自己来理解理解刚才的问题了，还有没有问题啊？那咱们看看啊，我们的感受器也好，传入神经也好，肯定都在我们的所有的躯干、内脏啊，就在我们的外周，是不是啊？都是遍布在我们的外周，但是啊，包括传出神经、效应器也都是遍布在外周，是不是？以后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啊？懂了，真棒，真棒，太好了，又扭转了一个最基本的啊，咱们的一个小错误，这样的问题以后就不会出了啊，它根本是不应该有的，就特别基础的小错误问题啊，那些死记硬背的同学往往会犯这种错误啊，往往会犯这种错误啊。好，马上，金燕，金燕也是我们的新同学嘛。周老师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卡点儿。好嘞，那我们的神经中枢呢，它就是咱们一个反射弧的这个位置，而每一根反射弧的神经中枢，它都在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某一个位置上。好啦，不要死记硬背任何的词，任何的概念。好了，来，那咱们看一下，感受器就是指的我们不是三个神经元吗？就是指的感觉神经元的神经末梢，就是这个末梢，就是这个末梢。然后呢，我们的传入神经呢，指的就是感觉神经元的长长的纤维。
啊，长长的纤维，那同学们来看看，这仨神经元就是我们的一个典型反射弧里面的三个神经元。那这三个神经元它长得有点不一样啊，它分布在不同的位置，起到不同的作用。你像这个神经元，咱们不是管它叫传入神经元或者叫感觉神经元吗？这两套名字你们随便记哪个名字都行啊。这两套名字，一个呢叫传入中间传出，一个叫感觉联络运动哦，很好记的三个神经元，两套名字你怎么记都无所谓的。啊，所以这就是感觉神经元，这就是中间神经元，这就是运动神经元。你看看感觉神经元，因为它负责干嘛呢？它负责收集信号，所以你看它的细胞体在这个位置，但是它的树突也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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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刺激了一下，那这个树突收集到的信号就沿着我们的长树突就往里面传，所以你看它的树突也很长，这就是感觉神经元啊。然后呢，它也有轴突，它轴突一定是长的呀。啊，所以呢，它就往下传，传来传去，它就把信号传给了中间神经元。所以我们的中间神经元呢，也叫联络神经元，它是负责进行相互联系的。上面连着感觉神经元，下面连着运动神经元。这个位置呢，位于我们的啊，比如说现在这个反射弧，它就位于我们脊髓的某一个位置，就是这段脊髓这一块，是吧？神经中枢呢，包括了联络神经元和突触，突触就是神经元和神经元相互接触的这个地方。好嘞，同学们，然后呢，咱们的传出神经啊，就是我们长长的运动神经纤维。然后咱们的效应器，记住这个点呢，是我们经常考的，就是传出神经末梢及其所支配的肌肉或者腺体。因为只有肌肉或者腺体，它不受控制的话，它自己不会做反应；但是只有神经末梢，它不控制肌肉。神经末梢也做不出反应，所以这个呢，填空经常填叫传出神经末梢及其所控制的肌肉或者腺体。同学们注意，这个是咱们考试经常考的。好了，现在有没有把这两个要点给它记下来？作用的话呢，咱们就不搭理它了。行了，我们典型的反射弧就是这三个神经元构成的反射弧，当然还有更复杂的反射弧，我们下节课给大家讲。就是更复杂的通路，还有比较简单的，只有两个神经元的啊，只有一个传入。一个传出，两个神经元，这就是膝跳反射，比较独特，你自己把它记下来就行了啊。它可以完成整个的反射过程。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反射的定义，周老师给大家落实一下，在考试的时候考到的点有什么就行了。整个的过程这个已经掌握了，刚才讲完了，咱们不啰嗦。好，然后呢，反射的定义是指的在中枢神经系统的参与下。必须得有中枢神经系统。我们很多动物是没有中枢神经系统的，比如说单细胞的动物，它不可能啊。比如草履虫啊、白细胞这些，它也有应激，但是呢，不叫反射。再比如说像那种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些蚯蚓呐，一些水螅呀，那些它也没有中枢神经系统。同学们记住，只有从什么呀？哎，鱼类开始，鱼呀，两栖类呀，爬行类呀，从这些开始，鸟类呀，然后哺乳类呀，植物当然没有，咱们说动物嘛，对吧？植物也有应激性，但是植物不会有反射的啊。记住，这些都不会有反射活动，虽然它们都有应激性，它们都不会有反射活动的中枢神经的参与。还有第二个点，这是第一个点啊，考试的时候要理解对，否则那题你就做错了。然后呢，机体对内外刺激所做出来的有规律的应答反应，我们的机体呢，同学们注意，是指的个体层面的调节活动，就是你扎我一下，我知道缩回来啊，然后你有一个什么东西这个飘过眼睛这儿，我知道闭眼睛，是不是？你太阳太刺了，我知道那个缩小瞳孔等等，这都是我们机体水平的调节。你千万别说，老师，我拿一根反射弧到体外做实验的时候放在生理盐水里面，它呢，也会保持活性。然后呢，我拿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反射弧，这是中枢，是吧？这儿连着一块肌肉。然后呢，我拿一个电信号，拿一个电极刺激刺激它，然后这个肌肉也抽抽，那叫反射吗？那不叫反射，是指的个体的调节，而不是指的实验条件下，好吗？同学们懂了，这都是考试里面的考法。好，然后呢，还有第三个就是内外刺激，千万别认为只有内外，只有外，内部的刺激也可以。不要认为只有体外的刺激哦，我们体内部也会产生刺激，咱们内环境也会产生刺激。好了，这样的话，同学们来想想，如果一个机体要想发生反射，得满足什么条件？一个机体要想发生反射，要满足什么条件？下节课的时候，我给大家细细的分析。如果你这个反射弧出损伤了，会出现哪些症状？
好不好啊？那如果你反射弧出损伤了，我再扎你这个手，你整个的缩手反射出损伤了的话，你这个反射活动就完成不了了。所以，同学们来看看，咱们两个必须有的点，一个呢就是反射弧必须完整，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刺激一定足够强，不单有刺激，还得足够强。如果你刺激不够强，我懒得搭理你。咱们的机体最智能了，如果你的刺激特别弱的话，我有没有必要浪费物质和能量做出反应来？没有必要啊。懂不懂咱们生命本身，同学们，就是如果你刺激根本都达不到，我浪费我的物质和能量做反应，我才懒得搭理你呢，是不是这意思啊？同学们，好了，那这样的话呢，在这儿周老师提早给大家总结一下咱们的反射弧的方向的判断，其实。我们到下一节课呢，会给大家讲这个突触，在突触这一块呢，你就能判断方向。好在刚才直接给大家看了这个小图啊，用这个小图来给大家啊这个断定了一下我们的那个信号传导方向，大家呢也就理解了。哪怕还没有学神经调节的同学，也就理解了。所以周老师给大家讲课呢，最忌讳就是我就生告诉你就这样，你就记吧，永远都不是。你有什么不理解的问题，哪怕那个问题你觉得老师我不敢提，我觉得那问题特别傻，没有关系啊，不是提问题的人的问题傻，而是被问的人没有 get 到你想知道什么。所以有效沟通最重要，你只要有问题就勇敢的提，但是提的时候呢，一定要表达清楚自己想问什么问题，周老师呢都帮大家解决。你有问题，如果老师不给你解决，是老师没有 get 到。所以老师经常会说，那个这个问题都不会啊，或者干嘛的，他不应该那样，他是没有理解到你哪里不会，好不好？周老师又说题外话了，但是我希望大家勇敢的啊，有什么问题就勇敢的表达出来，且表达准确了你想问什么啊。好了，那通过什么来判断呢？咱们经常通过第一个来判断，当然也可以通过第二个来判断，第三个呢，我们高中用的特别特别的少啊。就是你看，如果它是脊髓反射弧的话，也有可能是脑的那个反射弧，咱们不管它，考的比较多的是脊髓的反射弧。如果是脊髓反射弧呢，你看谁是传入神经呢？就这个图而言，它应该是一到五，是不是？一到五，来，同学们告诉周老师，四和五谁是感受器？你们自己判断。好，四和五谁是感受器？来吧，四和五谁是感受器？赶紧的，你判断出方向来了吗？它是感受器，所以我把三个招给大家放在这儿了。那它是效应器，也就意味着它是传入，它是中枢，它是传出。OK 啦。好，那第一个就是我们通过神经中枢这个位置来进行判断。神经中枢这个位置，我一看它就是往下传，往下传，而不是反过来传，是不是？上一个神经元，你看，周突的末梢，然后这是细胞体，这个方向呢，咱们能判断出来。或者呢，我们通过神经节，同学们注意这块咱们叫神经节，其实就是细胞体所在的位置，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感觉神经元。只有感觉神经元它长得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它有长长的树突啊，所以它的胞体才在这个位置啊。同学们懂了啊？但是人家的联络神经元的胞体不就在这里吗？对吧？人家运动神经元的胞体不就在这吗？所以你看，这儿只有传入神经才有这个小疙瘩啊，才有这个小疙瘩。而且呢，同学们注意，真正你在做手术的时候啊，它是什么？它是一把子，不是说一根传入神经纤维。所以你看看这么粗的一根，如果它是传入神经的话，在做手术的时候，真的到时候能看到这儿有一个小肉疙瘩，然后过去了，这就是一把子传入神经纤维它的细胞体聚集的地儿。听懂的同学在发言区给周老师刷一波666，说老师我懂了。哎呀，真的跟我们的机体本身的宏观对应上了。咱们学微观，你们太抽象，就是学不懂，老是死记硬背啊。周老师不希望大家那样啊。好嘞，这真知道怎么去进判断，是不是？好嘞，这是咱们刚才说的，第二个小招，还挺明显的，只有我们的传入神经有那个小疙瘩啊，有那小疙瘩。然后呢，就是我们高中不太常考察的，就是小进大出或者前入后出啊，这是小的才能进来，大的进不去，是不是？你这样是不是一下子就记下来了啊？小入大出啊，这是前脚细，后脚宽嘛啊。行，这个东西呢，咱们不太考察，知道就拉倒了。行了，同学们，是不是太累了啊？然后呢，这道题它的答案应该是 C。等到下一节课呢，我给大家讲完了复杂关联的时候，我再讲这道题。这道题的 C 选项呢，其实不是死记硬背的。
不要认为哪块坏了有感觉有反应就是死记硬背下来，永远不是。如果你在学校就是记了一个大表格，哎，感受器坏了啊，有感觉，没感觉没反应。那如果相机坏了有感觉没反应，光那么背一点意思都没有。下节课周老师给大家讲清他们彼此间的关联啊，我再给大家把这道题做一下啊，同学们别担心，所有的题周老师呢都给大家解决。来，我给大家开心。加个学分休息一下，来十个学分拿到手，咱们就休息。刚才没有拿到学分的同学是不是很伤心呢？拿个学分休息喽，给你们累坏了。周老师是快嘴巴拉巴拉的，下节课我就要放慢节奏了，因为下节课难，电信号那个确实难。在昨天的那个尖端班的同学已经感受到了，但是难归难，周老师呢给他们一点儿一点儿放慢节奏讲完了之后，他们的正确率惊呆了我了。因为一般情况学电信号这一块儿啊，第一次跟着咱们的课，立马在课上做题，到不了那么高的正确率。我希望咱们今天也是啊，加油加油！周老师最开心的就是你们听懂了啊，且做题的时候用进去了，且把你们做题的一些小毛病全都慢慢的纠正过来。有同学做题说，老师我老是把正确选成错误的，我手一滑一糊涂，那都是给自己找那个出错的小借口，是不是啊？把那些小毛病、小思维缺漏全都慢慢扭转过来。高考的时候可不允许你们有各种思维小缺陷，是不是？好嘞，五四三二一，结束。行了，那咱们休息了啊！大家有问题可以提问啊，如果没有问题，咱们就干嘛呀？咱们就放歌休息，是不是啊？有问题提问，周老师就在这儿呢，什么问题来者不拒啊，回答你们。加油加油！昨天学校讲的模电位曲线分析把我难受死了，王海。今天周老师也给大家分析，待会儿下一节课的时候，讲到最难点的时候，我一定给大家放慢节奏，让咱们听懂。王海加油加油加油！好呀，一红。听歌没有问题是吗？翠莹也是，我太知道你们，因为这块难点太难了啊。周老师往年遇到的一批一批的同学们，这块呢都是学不太明白了，是不是啊？难度太大了。我们交到免疫调节了，佳琪，看到了，免疫调节的算比较快一点了啊，但是有不少同学神经体液全都学完了。哎呀，荣蒙你来了，你每次都比较慢一点是吧？学到内环境了，好。神经特异性吸纯化酶偏高咋办呢？老师，你这个是血检检出来的吗？是不是？所以呢，这也是我们高中题目里面的一个考点，就是昨天啊，不是昨天，上一节课给大家讲的，你的内环境不该有的一些东西有了啊，那么说明呢，相应的一些器官可能会有一些目前的病变，所以找医生。啊，找医生针对于这个情况，怎么用什么药进行治疗，是不是？周老师也不是医生，但是呢，周老师能把它关联到咱们学过的生物学知识原理上，让你也科学的去理解，是吧，康爷？是吗？是吗？所以呢，所以呢，那个你们在做像样的高考题的时候，像样的考试题，不是你们平常做的那些品质差的题，你会发现。它正儿八经的是什么？是科研资料。咱们的生物卷就能做成这样，尤其是周老师在北京教了一辈子生物了，是吧？北京的生物题全都是正儿八经的科研资料，没有一个胡说八道的，特别好。学校的生物实验室，还没有去过呢。找你们的那个生物负责实验的老师去找找他。可以的，其实负责实验室的老师很好的，因为之前周老师不是在那个学校嘛，完了，今天周老师怎么没给大家倒计时啊？我应该倒计时，现在是不是我应该倒计时三呢？多给同学们2分钟吧，其实时间已经过了是吧？原来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会
单独去找那个负责实验室的老师，然后我说想做哪个实验，或者带同学去做哪个实验，他都会答应的。但是他提前要准备相应的那个实验室、实验台和实验用品。你去找那个实验室的老师，如果反正正常来说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你们学校的情况，自主神经包括内脏运动神经嘛，它俩是同一个词，411，它俩是同一个词，自主神经。内脏运动神经、植物性神经这仨词啊，你把它等同，好吗？周老师是好多年前了，在北京的那个学校，而且呢是高中的重点示范校嘛，你们。现在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可能原来我的学校里面的一些实验设备啊、设施啊，可能会比现在一些偏远地区的那个学校还要好。虽然过去了10多年了，是吧？神经细胞也是组织细胞吗？是的，是的，神经细胞不像血细胞似的，是悬浮的，是游离的细胞。近期。哎呀，真棒！咱们终于是课间有了这种这个。提问的这种精神了，是吧？再也不把周老师当成无情的点歌小机器了，像个高二学习的样子了，主打一个字儿抠是吗？李霞，嘿，李霞刚才问了个啥问题来着？问了个啥问题？我怎么记得？啊，李霞，你是不是说周老师后面会变周坨坨是吗？是吧？交和副交属于外周吗？必须属于外周，哎呀，那是必须的必，不单属于外周，还属于外周的穿出神经。哎呦，我的天呐，什么逻辑？是的，你看康悦都在回答00问题，咱们不怕啊，哪怕我们是零基础，我们基础差，但是咱们现在是开始学我们整个一本书，你相信？周老师呢？有这种能力助力大家，但是你也得相信自己有这种毅力和有这种信心去把它提升。周老师一定能帮助大家，因为我在每一堂课把你们需要记下来的、需要提升的能力、需要考的那些题，我就使劲的给大家整理下来啊，该快的快，然后呢，该充分理解给大家讲的，咱就慢慢的讲。上课老师说不是，说啥不是啊？玲玲说啥不是啊？那就说错了，不能那样的啊，哪能这样的？不能啊！你看康悦都在反驳你，我们学校没有电梯，好多学校不允许有电梯的啊，就是基本上都是高一同学在1楼，高二同学在2楼，高三同学在3楼，就差不多了，基本是这样啊，怕出现一些踩踏或者什么的，是的，李霞，我记得了，我记得了，你这周老师不应该但是呢，主要就是看咱们的节奏，没事儿的，不怕，你没恶意，我知道你们小朋友啥样有恶意我也能够这个让你们把恶意慢慢的平和下来，咱们都是有共同目标的然后呢就没有恶意了，周老师理解你们，没有事儿的。一般在那种第一次，比如说上拉新课什么的，有各种捣乱的小朋友，都是小朋友，慢慢会理解的咱们都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周老师呢，就是想把东西都给大家，然后大家呢，就是想好好的学东西，不是为了瞎捣乱为了就是瞎捣乱的时候，也是为了引起注意，是不是啊？好嘞，那同学们，课间红包来了我们的课间红包来了。我们这个网课上有多少生物老师？啥呀，一号你说的你们的辅导老师吗？是吗？上课啦！你看许杰多积极。原来周老师上课的时候，课间总有小闹钟特别积极，说叮铃铃铃，7分钟到了，该上课了。有没有火箭发射器？啥呀？学校里面有这个是吗？好，有同学没回来吗？没回来要不等啊，赶紧的，加油加油！5、4、3、2、1，再来一个，来吧，再来一个。你们一点一点的提升，自己也开心，周老师也特别特别的欣慰。加油！
要不然咱们这个课这是图啥呀？是不是？又花钱，又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大家都有收益，加油加油，都越来越开心。好，5、4、3、2、1，结束聊，来吧，同学们，我们呢来看一下咱们有关反射弧的这个，周老师呢给大家整合了若干有效选项的，而不是一道题了啊。其实每道题都是从好多的那个题目里面整合过来的，咱们呢一块儿来看一看有几项是正确的。来，同学们一起，反射活动必须通过完整的反射弧来完成，这个肯定是对的，反射就是反射弧这个结构基础来完成的，不是别的结构。好，只要反射弧完整就一定反射，这个肯定错了，是不是？因为还要加上刺激呢，还要加上一定强度的刺激，然后刺激反射弧上任何一个部位都叫反射。谁说？一般情况下就是指的我们的机体，我们的机体一定是感受器接受刺激，然后传入神经，神经中枢传出神经向气，是这个样子的啊。你做实验的时候，我刺激传出神经，肌肉也在那抽搐，那不叫反射。好，感受器受刺激后不一定反，这太正确了，看你刺激强不强，要不我懒得搭理你，不浪费我的生命的物质和能量。咱们的生命太有意思了，非常的精明。效应器只传出神经所支配的肌肉和腺体，你们自己说这个对错。来，发言区，1、2，对错。效应器是指传出神经所支配的肌肉或腺体，赶紧的说这个对错。赶紧说吧，这是对还是错？别不用有任何的疑问啊，玉苏，荣猛说的对，这个一定是错。效应器是指的传出神经末梢及其所控制的肌肉和腺体，传出神经末梢加上它所控制的肌肉或腺体啊。那这个6肯定是对的，膝跳反射啊，它的传入神经树突特别多，树突是为了接受信号的，是吧？然后呢，传出神经也就是运动神经轴突特别长，非常棒啊，多清晰多清楚啊，是不是？草履虫这肯定不叫反射，它有应激性，它也没有神经系统啊，不叫反射，那种应激性不叫反射。好，来分析完，同学们选答案，又白拿学分了，10个，谁不要不行啊，加油加油，10个谁不要不行。咱们有没有能变牌牌的同学？越碰到难点的时候，越别害怕，越充满了征服精神，好吗？好，5、4、3、2、1，结束了。这道题呢就是 C 选项了啊，1、4、6，对，好嘞， C 选项，来吧同学们，我们最后看一看电信号的问题，就是兴奋在反射弧上传，但是呢在一根神经元上传的时候啊，就是沿着那个长长的神经纤维，不管是传入神经还是传出神经，它不都是长长的神经纤维吗？它传的时候是电信号，在递给下一个细胞的时候不是电信号。好，来，咱们呢直接上干货，3个问题啊，一个呢就是电信号的实验测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机理的问题，最后呢咱们再来看整个传导的问题。来，同学们，那个你不要认为说老师这套理论我就是凭空出来的，不是，是通过现象出来的，就是我们发现了神经它是带电的，而且我们真的是可以用我们的仪器测出来的。但是你千万别认为老师这个电表是不是我的物理实验室里面那些破铜烂铁叮叮当当的那个电压表电流表，千万不是，它是一个极其灵敏的能这个就是显示那个数值的示波器，特别灵敏的小仪器，然后这个小指针也是微米级的啊，甚至于更微观的一些小仪器，你千万别认为是物理实验室里面叮铃邦啷的那些电表啊啥的啊，不是的啊，特别灵敏的仪器。好嘞，同学们，咱们呢在测的时候真的能测出来，也就是说，如果我拿这个神经元出来，这不就是长长的那个轴突吗？我们把咱们的电极叫微电极给它搭在咱们的膜的外表面。
我们的轴突啊，长长的轴突不是细胞膜变形来的吗？然后搭在外表面，搭在外表面的话呢，我们测一测，发现指针根本不偏转，说明两个电极处，也就是 BC 两处膜都是静息的状态，没有兴奋起来，静息的状态。BC 两个电极处膜外电位都是正的，我们能测出来，然后呢没有电位差，所以指针不偏转呢？指针不偏转，这是我们做那些电表指针偏转题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的这一页是那些题的一个基础啊。来，同学们看，我如果在左边刺激了，我把电表放在右边了。那如果我把电表放在左边，左边也能测出来。现在咱们只看右边就完事儿了啊。那现在呢，它先让 B 点兴奋起来，因为这个刺激传过来了，所以 B 处的膜变成了兴奋状态，我们竟然发现指针偏转了，因为这个时候 B 处膜外是负电位了，而 C 处还维持着正电位。所以同学们看了，周老师给了大家一个提示：只要你做高中的题，生物题，生物题，如果没有特殊的信息说明，你就认为那个电表指针往哪边偏呢？往负电位那边偏就行了啊，除非题目里面有一些特殊的精准的说明，说那个电表的指针是怎么偏转的，然后呢，那个电极是怎么连接的，咱们不搭理它，我们生物上不用管物理学的考点，咱们只看生物的考点，周老师会给大家精准的把它讲明白，你也不用怕，老师我没学懂高中物理，这个还能不能学懂？能，周老师给大家通俗的解读。来，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图，所以电表指针呢往 B 侧偏转，同样，它传过来之后，B 处又恢复静息了，然后中间又兴奋，传着传着又传到 C，这是中间的那个状态，所以它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这两处还是静止的，那个静息的。然后呢，这儿又传到 C 了，传到 C 之后，它是不是正好这两个位置又反过来了，它变负了，它变正了，所以呢，指针又往另外一个方向偏转。OK，同学们啊，这就是往 C 偏转，然后传出来，那 C 也恢复静息了，那 BC 又变成了一开始这个状态。行了，这儿给大家提了一个非常精准的问题，省得你们做题的时候老记不清楚。好，然后下面我就给大家上难点记笔了。来吧，同学们，你说说这处膜怎么从外面正电位变成外面负电位，怎么又恢复成正电位了？好，所以咱们研究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膜来了，同学们，刺激到哪儿哪儿就负，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膜外哪儿就负，是不是啊？来了，同学们，这儿周老师给大家打了三个大星星啊，非常重要的啊，三个大星星。好在咱们预习课的时候、暑期的时候，有一部分同学周老师给大家打上这个底了。记住，这一页是一个基础的底，然后怎么着？然后周老师再给大家讲这个，否则讲这个你什么都听不懂啦啊！所以咱们暑期呢，周老师给大家打了个底。来，同学们，首先我们的细胞生命极其的精妙。我们自己用大脑都不太能研究明白生命，研究清楚生命，研究到哪儿算哪儿。以后希望你们把咱们的生命科学更推进一步，好不好？同学们，加油！真的就是一点点研究出来。周老师小时候学的生物可没你们现在研究的这么的明白呀，是不是？很多东西都没有研究出来。我小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学免疫，跟你们现在学的免疫有一些结论还不一样呢，因为大家学太难了，这个东西啊，就太微观了，搞不清楚生命是怎么回事。来吧，同学们，咱们来看看，第一个就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我们所有的细胞都这样，因为我们的祖先起源在海洋，所以就导致咱们所有的细胞，包括我们的神经细胞在内，咱们的神经细胞啊，有同学说老师，你把细胞膜画这么厚干嘛？因为细胞膜它就是有厚度的，纳米级的，对吧？啊，它是什么？它是两层磷脂分子啊。所以你想想，你必修医学的那玩意儿啊，除了磷脂分子，然后呢是中间穿插的一些大蛋白分子，对吧？我只不过用两条线给大家表示了，然后这是下面那层膜一个意思，都是膜呀，同学们，哎。这是下面怎么了啊？你不信啥呀？不信啥呀？啊，不信啥？好嘞，那中间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轴突里面的那个细胞液嘛，细胞内液嘛，对吧？所以这是细胞外液，这是细胞内液。我问一下大家，那个膜是纳米级的，细胞外和细胞内液是不是可以认为是微米级的？所以纳米跟微米比，相当不相当于这里是广阔的海洋？你们信不信这件事儿？
啊，外面是组织液，组织液的宽范围跟我们的膜的厚度相比，算不算极其广大的海洋？就好像你看着一棵树没有问题啊，才那个什么5米高，那蚂蚁看着那棵树呢，是不是啊，同学们？哎，这是广阔的海洋啊，广阔的海洋。那你看看我们的普通的细胞也是，里面细胞内叶的海洋好几十微米呢，是不是啊？啊，然后外面细胞外的海洋，这膜才几个纳米啊。所以咱们有一个生理基础是什么呢？来，同学们，我们的每一处膜其实周老师画不那么的微观，为了让大家看见，必须把微观的给大家那个放大了，是不是？这一处膜其实很小很小的一处膜，但是这一处膜上有各种膜上的转印蛋白啊，运输物质的蛋白，比如它有这个家伙，这个家伙是谁呢？我给大家画出来，它有这个家伙，这个家伙叫钠钾泵，钠钾泵就是咱们的神经细胞膜上有，我们的普通细胞膜上也有，咱们所有的细胞都在拼命的干一件事儿，就是拼命的往外泵出钠，泵出三个钠，然后泵入。哦，两个钾，所以在他拼命的劳作下，钠钾泵主动运输耗能啊，耗 ADP 啊，所以他勤勤恳恳恳的，他在消耗你生命的能量，消耗你细胞的能量。这个钠钾泵得干活儿，所以你的细胞得能量给他，ATP 给他，然后呢，导致我们的外面的钠多，里面的钾多到什么程度？你们自己看看这个小图，你们看看啊，我们的内外钠比1:10。啊，1:10，我们的内外钾比啊，咱们是30:1，我的那个亲娘啊，他就是个苦力，苦吧苦业的啊，就一辈子没停过，一辈子没停过。所以我问大家，你希不希望天天吃齁多齁多的钠，把你细胞齁死？你的细胞苦苦的在往外排钠，嗯？明白了，然后你的细胞苦苦的在这么少的细胞外液啊，钾往内吸钾，我的那天，咱细胞要累死了，一天天的，是的，所以多亏了我们的钠钾泵在勤劳的、永不停息的工作，导致了啊，也就是说造就了我们里面钾多、外面钠多的这个什么呀？这个工业。伟大的功绩，行了，这是一个基础，永远不变的一个基础。下面来了，同学们，吃钾太多了也会什么呀？中毒的啊！来，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膜，它在静息着，所以我们是神膜啊，不是神，是生命的膜。那我们的膜自己呢，会感应到，哎，我现在是静息的，我静息该干什么事儿呢？我静息该干的事儿是，我这儿有一个钾通道啊。啊，不是一个，就是我们的膜上不同的膜，钾通道密度不一样，钠通道密度也不一样。我在这儿其实给大家展示的一处膜，只不过我画不出来，我需要把它分开画啊。这有钠钾泵，钠钾泵，这有钠钾通道，是吧？那钾通道是什么玩意儿？你想想，咱们必修医学的知识，它是什么呀？它是钾顺浓度扩散的通道呀，同学们。同学们，所以呢，那个钾就会干嘛？钾就会呼棱呼棱的往外扩散，耗能吗？不耗能啊。所以你里面钾多，外面钾少，它可不就往外扩散了？同学们，是不是这意思？好，你开的是谁？我开的是钾通道。所以咱们内部有没有一些带负电的离子？我给大家用小豆豆画出来啊，有没有？有太多了，什么氯离子啊、阴离子，对不对？它根本不可能从这儿出去。但是这个小空间、这个小位置，哗啦哗啦的往外跑钾啊，那就会导致这些负的就怎么着，就在这儿卡着出不去啊。所谓卡着，其实我们膜上你别忘了有一些蛋白。哎，有一些固定住的城墙上的蛋白，这些蛋白它可动不了啊，嗯，就是它不能大跑。那么它表面也会吸附住一些离子啊。大家知不知道蛋白表面是极性的？咱们在必修一都学了，你别说必修一，我啥都不懂。那必修一慢慢再来，咱们好在高二下学期周老师就带着大家正儿八经的一轮复习了，那是你最后扎扎实实的机会了。否则到高三后半段的话，就确实太难了。哦，难度太大了，再提升。好，同学们，那这样的话呢，同学们看，哦，原来这些阴离子都被吸附在内表面出不去，
这些阴离子，然后呢，钾就呼噜呼噜的往外跑，因为在拱着它啊，我们的所谓分子势能，所谓浓度差，在拱着它哗哗的往外跑。但是跑着跑着，我把这个门儿给大家单拿出来讲一讲，你们自己看看，这不就是那个小通道吗？刚才这个通道我给大家放在这儿讲啊，这个通道你看这边固定住负。那边就怎么着，钾往外走，往外走，咱们的那个蛋白不是也能吸附住一些啊阳离子吗？对，所以它往外走，往外走，这个钾就堆在这一块了。越往外走，这儿越正，吸附到的正电荷越多；越往外走，这儿吸附到的负电荷就更多。但是我们的小破钾离子还一往无前的自己带着个正电荷呼呼的往外跑。嗯，但是跑着跑着，虽然有一个力往外推你啊，你有没有发现，逐渐有一个力不让你不能一往无前的往外跑了？就是什么？这儿不是正极，这儿不是负极吗？这相当于一个什么？一个电场。哎，所以同学们，你带着正电的小粒子，悄悄的逆着电场在走，发现了没有？我这儿可是固定住啊，我锁住你了，我这儿变成正电了，就好像电池的正负极似的，是不是？我这儿是负的。好嘞，你本身是带着正电，你还敢嘶嘶的、嗖嗖的往外跑，我肯定会抑制住你正的，你肯定怼着你往不往外跑啊？所以同学们记住，电场摁着它，但是浓度推着它，当两个力达到平衡的时候，咱们的膜就出现了一个外正内负的静息状态，这就是我们所有的神经膜的静息状态的维持。怎么维持的呢？就是钾外流导致的，且它是协助扩散，不耗能，那么维持住了咱们的静息电位。外正内负，这是什么？这是钾外流导致的。同学们，这个是不是完完全全听懂了啊？完完全全听懂了，根本不用学物理啊！你难道不知道这个电场是正负，然后正离子，你往带电的粒子往前走，那电场肯定就是抑制它，你不能那个正正相吸啊，肯定正正去排斥啊，这个基本的道理大家还懂，哪怕你不学物理，周老师给大家讲你也能听懂，哦，好不好？所以这就是我们静息电位的维持。哇，我们静息电位维持耗不耗能？不耗能啊，因为就是钾通道打开，我们的膜自己知道开着通道，你哗哗往外走呗。有同学就开始担心了，说老师啊，会不会走着走着外面钾浓度越来越高，里面钾浓度越来越低？回答周老师，会还是不会？赶紧的，嗯，会还是不会？所以讲难点，我会给大家方便节奏。哪怕有一些同学暑期已经有基础了，但是呢，咱们新同学，再包括你暑期有基础了，你现在再砸瓷实一些啊，不会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钠钾泵勤勤恳恳、吭哧吭哧的在往里面蹦，你这是广阔的海洋，我这是广阔的海洋，而你这儿仅发生在哪里？仅发生在膜附近，你这仅仅是纳米级的。就靠你这儿给我跑出去那么几个钾离子，就能改变我海洋的钾的浓度差？那当然不会。懂了的同学再翻车回个666，就这点懂了，后面我就快速的你就全懂了啊！666，真懂了是不是？我们的静息电位为什么外正内负？咱们讲的是膜电位，不是讲的广阔的细胞外液、细胞内液。懂了，好，再接着往下来。那我如果给你这处膜，咔扎你一下子呢？你就开始兴奋起来是吧？你扎的那个劲儿还挺大，超过了一定的强度。好，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开始兴奋。那我们的这个膜兴奋的话呢，咱们不是神膜吗？生命膜，我自己会调节吗？所以你以为我这处膜上只有钠钾泵，只有钾通道？我还有钠通道呢。我这儿是什么？我这儿是钠通道。所以只要你在这儿给我一个光击，一个大刺激，我自己歘就把钠通道打开啊！这个钠通道打开，你看钠的通道性是不是就变大了？这钠可不得哈哈哈哈就往里冒呀，是不是啊？周老师给大家分开画，事实上就在一处膜，很微观、很纳米级的范围，但是我要挤在一块你也看不出来，是不是？所以这钠呼噜呼噜的就往里流，那么流的时候道理就跟刚才一样，流着流着，里面本来人家是外正内负，同学们啊。本来人家是外正内负，你留着留着，那是不是都聚集在这一块，变成了内正？外面的阴离子过不去，这儿是不是变成了外？
太富了，所以他不单慢慢的把外正内负变成什么呀？中和成零，反而进一步反转过来，成为外负里面正，里面为什么正？因为那内流导致的，那内流导致的，所以记住。这就是啊，外负内正这个行分电位的机理，就是那内流。且啊，同学们，这儿我们真的就像刚才咱们用电表去测，咱们测到值了，不是你小眼睛科学家就瞪着眼就能看到这些微观的东西，它是测到值以后自己去分析去推理，才推理出这么抽象的机理来，你知道？一定真实的是测到这个电值了，测到这个电信号的一些具体的值，所以那个值是多少呢？比如我静息的时候，刚才说达到静息电位啊，平衡是什么状态？就是你往外走的那个顺浓度的，你推着那个劲儿，和我电场往里压着那个劲儿达到平衡啊，咱们的这个外正内负的值，我测了一下是多少呢？是-70毫伏的值啊。比如我说的-70毫伏是指的某种类型的细胞，有的细胞可能是-65，有的可能是-60，不一定的。所以不同类型的细胞，你的钾离子通道可不见得数量一般多，你的内外的钾离子浓度差可不见得一般大，是不是？同学能理，机理会了，什么都懂了，不需要死记硬背。但是周老师最后会给大家精准的把结论记下来，让你好记笔记。来，同学们，这-70怎么定义的？你要清晰啊！这个-70呢，是人为将膜外定义为零电位，定义为零电位。所以它测的是内外表面的电位差，外面是零，里面是负，负多少？-70。好嘞，那如果这个那内流逐渐让里面变正了，我照旧还是定义膜外为零电位。这个时候我能不能测一测它究竟能变到内多正、外多负呢？啊，那么我大概能测到一些啊，这儿都是一些例子啊，比如说-70毫伏，比如说-30毫伏。-30毫伏怎么来的？膜外是零，里面是正，能到正三十，且这个正三十是我们测到的一个最大峰值。当然，有的膜它的最大峰值可以是正35啊，或者正多少，不同的膜是不一样的。好嘞，有关这个毫伏的这个内外差值的这个数量，学生啊，大家全都听懂了的同学们，在发言区给周老师回个一，说老师我懂了，你是把膜外定义为零，所以静息的时候你测出来的外正内负它就是-70啊。静息的时候你不是膜外定义为零，你要测它的差值吗？那肯定是-70啦。那你兴奋了之后，兴奋肯定最后还要恢复到静息，我要测一测它最外负内正的那个峰值，我测了一下，大概是正三十。这是我给大家举的例子啊，你做题的时候不见得是-70，正三十，但是也不会过分的偏离，因为生命细胞大概就是这个值啊，有可能是-65，也不可能到-10，那就可能是不正常状态了。听懂了是不是？好，真棒。好，那咱们再接着往下来，你兴奋了为什么能恢复？告诉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记住。这个膜是神膜，是吧？简直我们的生命就是神了啊！咱们的生命膜，它呢自己主动的在受到刺激以后打开钠通道，但是这个钠通道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钠通道会怎么着呢？会很快的失活，哎，下面周老师给大家解读了，所以你看小字儿只需要你理解了吧？啊，原来这个钠通道开了之后就会怎么着，迅速的就关上了，哇，就开了一下下，哗一下子流进来的那些钠就可以让它反转到正三十，但是它立马就关上，立马就关上，不能一直这么开，一直这么开就坏了事儿了。啊，它就相当于一直兴奋着了，是不是？好，同时
关上了之后，我再怎么回到原来的复吸池呢？你不得有一个更多往外流的钾，才能抵消刚才流进来的那么多正钠吗？对不对？所以，因为你反转了，咱们的神膜又打开了一个钾通道。这个钾通道是什么？这个钾通道是我们的膜上能感应到电压反转的那个。你电压都反过来了，我膜肯定受刺激非常严重，我都感受到整个膜从外正内负变成外负内正了，所以我赶紧把这个钾通道打开。这个钾通道是能感应到电压反转的钾通道，所以又帮助了钾更多的外流。在原来那个通道一直开着，哦，有同学说老师那个绿的钾通道一直开着，是的，那个绿的钾通道就是悠哉悠哉维持静息电位的一个基本情况。啊，只不过这会儿啊，我就把我的另外一个能感应到电压反转的钾通道我又打开了。有同学说，老师，我不想记这个，可不可以？可以啊，你就记住，只要是外正内负的形成，都是钾往外流；只要是外负内正的形成，都是钠往里流。你就记住这个么一个东西就 OK 了。只不过在这儿，周老师给大家讲的更精准，在一些深入的信息题里面，一定会给大家出现这个问题的啊。所以，钾比刚才这个通道开着的时候更快的、更多的往外流，所以呢，慢慢不就又反转回来了吗？啊，就把里面这个外正又给它中和了，慢慢的又恢复成外正内负了。所以这就是咱们的兴奋电位逐渐恢复的一个原因。好，这一页全都觉得真听明白的同学，再翻下去给周老师个小胖手，咱们再次技术上给大家讲讲他测到的那些数值、那个曲线去。懂了是不是？来来来，课下还得再好好消化消化啊！我们的小胖手 get，OK，小胖手全出来了啊！来，这就是刚才周老师给大家画的那一处膜啊！你真懂了，你们刷啥都行，刷 get，刷懂了啊，刷666，刷什么我就知道你们真痛快，懂了，这样周老师呢能够再接着往下节奏下去啊，所以这就是刚才周老师给大家画的那个丑了吧唧的图，人家画的这个有点漂亮的图，但是意思是刚才那意思啊，就这一触摸啊，挤了吧唧的一堆通道，好嘞啊，一堆什么，但是你有一个基础，就是钠钾泵嘛，钠钾泵得在那儿吭哧吭哧辛辛劳劳的干活，而我们的啊钠通道还有电压敏感的钾通道，它就是一会儿关一会儿开一会儿什么的，对吧？啊，所以它们维持了我们的电信号啊，钠钾泵不是只有我们的神经细胞才干活，所有的细胞都干活，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啊，跟我们的神经电信号直接相关的是钠钾泵，直接相关的是我们的钠通道、钾通道调控它们啊。那个钠钾泵是一个最基本的生理基础，明白吧？啊，如果连钠钾泵生理基础没有了的话，不光是你神经细胞电信号的问题，你所有的问题都会出现，是不是啊，同学们？你连那个基本的那个生命的浓度维持都没有了啊。咱们的细胞内必须钾多，因为我们各种代谢活动都需要钾离子啊的这个环境，然后咱们外面钠多。有它的一个基本道理啊，所以直接相关的是钾离子通道、钠离子通道的调控。然后呢，这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不啰嗦了，这个不是笔记页，这是我刚才给大家讲完的那一页啊。我把这里面的东西都讲在了前面那一页里面，让你们自己去理解，省得你看笔记的时候，哎，我还得老回想周老师在这一页怎么给我分析的啊，我分析的就是这一页的，都给你们写下来了。好嘞，然后在刚才的基础上来了，同学们，咱们来看看刚才那触膜，你不就是讲了它从一开始静息，后来给了个刺激，兴奋起来，后来又恢复，所以它是怎样的一个时间呢？毫秒的时间，就刚才那触膜啊，毫秒的时间，它就从原来的负七十，我就在这儿开始给了一个刺激，它就嗖一下子变到正30，哎，又降下来，又恢复到负七十，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刚才内触膜发生的一个动作电位，看到了没，同学们？啊，原来我们的膜受到刺激以后有动作呀，啊，发生了一个电信号的动作，咱们叫一个动作电位，毫秒就过了。啊，所以这处的膜在这儿，刚才发生了什么？哎，它的膜电位先这样，再这样，然后再这样，再这样，啥呀？峰值打错了，知道吗？那个峰值打错了，好，那个峰值，这个啊，峰值没错，有错的，你们自己改。好，就一字儿，我怎么这是峰值吗？峰值哪儿错了？有吗？
我注意一下啊，好，错别字儿你们能改过来就 OK 了，咱不是小学语文，那个周老师没犯致命的错误就行啊。来，同学们，所以你就看这处膜，你要人工去测量。一开始啊，测到的是前多少毫秒毫秒的时候测到的是负七十，然后你会发现啊，你给它接上那个电表，你会发现它变成这样，变成这样，全都能测出来，全能测出来。好，然后我们测某处膜的电位变化，从一开始。静息，然后呢？兴奋。哎呀，啥呀？这不就是正三十吗？怎么了？啊，这个峰值不就是正三十吗？没有啊？不知道荣蒙说的啥意思啊？没看明白你说的啥意思？好嘞啊，那然后到静息，整个呢以毫秒计，所以看好了这个图，这个图呢是这个横坐标是时间毫秒，纵坐标是电位啊，其实是一个电位差，毫伏。好，你们说清楚点啊！你们说的那个东西，周老师不太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东西啊！我刚才已经给大家强调了，不管我给你说的是正三十毫伏还是负七十毫伏，我是举了一个例子，这儿也有可能变成正三十五啊，这儿也有可能变成负六十五，看你们具体题里面的信息，因为不同的细胞不太一样，不同类型的那个细胞它不太一样。好，来，同学们看啊，这个是吗？我的天，为啥呀？为啥呀？这完全不应该，这是正三十。不应该啊，打死也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啊！我怎么没有发现这里是这个？难道是显示的问题？哎呀，简直疯了啊！好啊，哎呀，真的我要表扬了啊！刚才我是没看到他，看到他以后，咱们就要表扬王荣蒙同学了啊！这是王荣蒙同学，小眼睛很尖，发现的啊！我们的王荣蒙同学，好嘞，周老师要表扬你了啊！好，终于发现了。我在着急讲课的时候发现不了一些小细节，你们发现真赞。嗯，来，同学们看，未受刺激时，也就是静息的时候，来吧，静息的时候，好，那咱们来看啊，静息的时候呢，膜电位是外正内负，比如说就是这儿，现在它是静息，我们要从受刺激开始啊，受刺激的时候呢，它就开始变得兴奋，所以严格来说呢，我们叫兴奋电位。来，同学们，那么它就会往上走，往上走，逐渐反转到正三十。我问一下大家，你们自己说这个上升电位逐渐降到零，电位差，然后又反转到正三十，什么原因？你看我给你写上了，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钠内流啊？刚才那个静息咱们不管它了，叫钾外流；静息我们管它叫极化状态，就是它不平衡啊，一边正一边负，所以叫极化，不是一个平衡状态啊。极化分开是吧？啊，一头是那样，一头这样，所以叫极化状态，就是静息外正内负叫极化，是由钾外流在维持着。但是这个上升值是什么原因啊？这个上升值可不就是去极化，把那个极化去掉。也就是极化程度减弱是什么呢？是钠内流导致的，是不是全对上了？跟刚才我们讲机理全对上了。那么它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这整个是上升值啊，包含了这一段，这一段呢还是负的，到零之后反转了啊。然后反转了之后，刚才我不是告诉大家机理了吗？就是钠通道很快就关上了，钠通道关上的同时还开了一个电压敏感的钾通道，所以。这个它不单是钠关上了，钠通道关上了，它还把另外一个钾通道也打开了，所以钾往外流的更厉害了。所以你看看啊，咱们的恢复极化的过程，刚才这个叫去极化，去极化是上升叫去极化，下降叫负极化。但是从状态上来说，同学们注意，只要零以下都叫极化状态，零以上都叫反极化状态，好吗？正的。就叫反极化状态，负的就叫那个极化状态，然后上升就叫去极化，下降就叫负极化。那负极化是什么原因啊？当然就是钾外流啊，钾不但外流，比静息的时候外流的还多呢。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你有同学就说担心了，说老师，你不但钾外流，你不但负极化，你都超过了刚才的极化状态。同学们看到下面这一段了吗？这一段叫超极化。超极化你们也要理解，就是比极化更极化，也就是说比静息更怎么着呀？更外正内负，外更正，内更负。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吧？比如你原来静息的时候是。负七十，我现在超级化了，我变成负七十五。好，同学们理解这个意思了吗？它是怎么回事？
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机理，因为你不是把甲通道打开了吗？这个甲通道它关得慢呐，人家刚才那通道关得贼快啊，开了你呼溜进来一点甲，一点钠，变成外正内负，可以反转到正三十，人家就关上了。啊，所以又怎么着？又降下来了，是吧？又降到那个外正内负，降成负多少？但是你这甲通道有点关得慢，所以慢到什么程度呢？慢到等它再关上，那个甲就怎么着？就外流过劲儿了，所以就外更正，内更负，变成负75，变成负80，懂这个机理了，是吧？所以我想问大家，你们敢嚼着？啊，它在超级化的这个时间段，刚才的那处膜，这个不就是这处膜的一个变化吗？如果它正好处于超级化的这一段，那我问大家，这个时间段，这个膜它容易兴奋吗？回答周老师，你们感觉，如果是超级化，那就意味着外更正，内更负，我得流进多少钠来，才能把里面的负给它中和，硬把它掰成内正外负呢？是不是超级不容易兴奋呢？所以同学们记住，在超级化的时候，它根本不兴奋。所以这一触摸啊，它就是整个一个动作电位结束了，就是它这个膜的这一个时间啊，从兴奋到静息下来，只能下一次我再兴奋再降下来，只能下一次再兴奋再降下来。所以在整个的这2毫秒时间，你再给我一个刺激，我也不会就在这儿，我再兴奋起来，怎么可能啊？不可能。所以我得一个动作电位经过，下一个动作电位经过，再下一个动作电位经过，是不是啊？啊，所以不会了啊，因为咱们说了，这触膜它的性质是一定的，它有多少个甲通道，有多少个钠通道，这个膜是确定的。所以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钠通道打开进来，只能让它正三十啊。那如果在你，在你这个超级化的情况下，你再进入那么多钠，它就怎么兴奋不起来了，懂了吗？康悦啊，你又有问题了，赵老师又给你解读了啊。反正这处膜的性质是确定的，有多少个钠通道，有多少个甲通道，它都是一定的，不能说我瞬间又多加了多少钠通道，多加了多少甲通道，不会的啊。好了，那这样的话，咱们整个的这个图，大家看看是不是明白了啊？静息的时候，膜外正内负就是我们所谓的极化状态，是甲外流维持的啊，也就是这一块。然后呢，受刺激变兴奋是去极化的这个过程上升之啊，它是钠内流导致的。然后呢，因为电位反转了，又会出现负极化。负极化说白了呢，就是下降值，下降值就是甲外流导致的，且会出现一个过劲儿的情况，就是超级化的情况。好嘞，下一节课的时候呢，我还会给大家讲一个额外的其他的超级化的机理。好嘞，那这样的话，今天的东西是不是难点过了，同学们？OK，难点过了啊！来，你们自己看看，这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图。讲完了，我又给大家放在这儿了，省得你们看回放的时候不喜欢周老师在这嘚啵嘚啵嘚啵嘚。你想看看笔记自己看懂哦，是吧？好，现在我开始问大家，既然你机理都懂了，我要把额外的难点的考点给大家总结下来了，你们自己看吧。第一个问题，这全都是高考题里面的原本的选项或问题。来，同学们，看第一个问题，甲外流会不会导致神经细胞内甲浓度明显下降？赶紧的说，会吗？会还是不会？快一点儿，我们的节奏真的很慢了。最后半的课啊，这个当然不会，是不是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这个问题了？所以你们自己如果高考答，你能不能把得分点答出来？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家伙在什么呀？苦不苦业的干活呀，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在维持着生理基础，你连这个生理基础都没有了，那还说啥呀？是吧？这是一个生理基础啊。好，再接着来。因为它使劲的在往里面蹦甲，往外蹦呢，啊，不会让细胞外内钠钾的浓度差变化很大。好，若细胞外的钾浓度升高，静息电位的绝对值，静息电位咱们以负70毫伏为例，绝对值就是差值70。好，那我问大家，咱们之所以能维持住负70毫伏外正内负，谁的原因？谁的原因？哎呀，这不就是机理吗？就是因为钾离子通道打开，钾往外流，导致外正内负负70毫伏。
那现在我如果把膜外的钾浓度提高，膜内咱是不变的，对吧？所以我问大家，这个差值会变什么？你们自己说，你们自己说。我把外面浓度给它变高，原本假设你外面是5，我里面是500，我哈哈的往外流。我现在把外面变成250，我还能不能哈哈的往外流？你们自己这。小逻辑，同学们，周老师又来给大家说这个问题了啊！这就是我们高考，正儿八经会考的东西啊！来，变大还是变小啊？这个值，它可能会变成多少？可能会变成-60，变成-50，是不是啊？哎，肯定会外流的会变少呀，是不是这意思啊？外没那么正了，内没那么负了，能理解这个逻辑？好嘞，那我们的411下次改个名呗。是不是？我们的王海真棒，我们的一科，真棒。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如果所处的胞外的钾浓度是一模一样的，我这儿有一个细胞，这是我们的这个细胞钾，是不是啊？神经细胞钾。然后呢，它处的胞外的浓度就是我刚才随便写的这个啊。假设外面的浓度就是5，好。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细胞蚁啊，细胞蚁它呢胞外的钾浓度也是5。没准儿它胞内的钾浓度是什么？800哦，我随便举这个意思啊。那同学们想想，它所处的胞外浓度一样，那么不同细胞膜经期电位一定相同吗？同学们，不一定啊。所以都是周老师进一步给大家巩固机理，不一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要看整体的这个差值，一个是浓度差的问题。对吧？浓度差不仅取决于外，也取决于细胞内液里面的浓度啊，对吧？还取决于什么？有没有同学能补充上来？赶紧的，同学们，就这个最基本的两个点，一个是跟浓度差有关系，还有一个跟什么有关系？跟什么？你这儿有10个钾通道，我这儿没准有20个钾通道，我相同单位面积的膜上，是不是还跟我们的通道数量有关系？好嘞，机理。真的理解，同学在发言区给周老师回个一吧，说老师我懂了，我以后只按这两个严格的点去分析我们的电位的值就完事儿了。一个你就看浓度差嘛，还有一个你就看那个通道数嘛，对不对？哎，懂了是不是？好，那这样的话啊，周老师的标准答案都在这儿了，你不用担心，哦，我在那儿写的跟张飞似的，是吧？那你答题的时候一字一句按这答出来就完事儿了，是不是？OK，没有问题。然后下面接着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就理解了啊？在刚才问题的基础上，这回这个问题理解了吧？动作电位，我们叫兴奋电位。兴奋电位严格来说是什么呢？是反过来的，就是外负内正啊。比如说正30、正10那些都叫兴奋电位。但是动作电位其实有正有负，就是指的我们从一开始负起始，然后上升再下来，这是一个完整的动作电位。其实。课本上有的时候他描述的也不太精准啊，兴奋才是什么外负内正，而动作是从一开始，然后上来都叫动作是吧？那动作电位这个最高值，咱们刚才看那图有正30毫伏的。好，我问你大家，这个最高值取决于什么？你们自己赶紧说。哎，它能不能变成正35？能不能变成正25？哎，它要变成正40毫伏，哎，变大，它变小，变成正。25毫伏，你们觉着受哪些因素影响？你们自己猜啊，想啊。刚才咱们不是已经这个问题已经答出来了吗？对吧？这个问题，然后呢，跟数量有关系，还跟什么呀？那个浓度差有关系，是不是只考虑这两个点啊？哎，所以你们看，只考虑这两个点，那么我们这个也就考虑出来了。也真棒，真棒，你们学会迁移运用了。特别棒啊，康悦、王海，特别的棒啊！所以，我如果要想它让它变大，我可不可以使外面钠的浓度升高，我就可以让它变大？OK 吧，同学们？OK 吧？外面钠变得更多了，呼啦呼啦流进来的钠更多了，能理解？能理解吧，同学们？好，那我想让它变小呢，那我就可以让外面的钠变少一些呗。哎呀，真懂了，是不是啊？那有同学说，老师，我可不可以改变膜上的钠通道呀？可以啊，你可以改变膜上的钠通道数量。如果在同一种膜不变的情况下，那你就怎么着？你就改变外液的钠浓度呗，是不是？
真棒！好，那静息时问你有没有钾也流进来？静息不是钾外流维持的吗？那兴奋的时候有没有钠也流出去呢？兴奋不是因为钠内流导致的吗？那我问你，这个钾内流、钠外流有没有一直在进行着？哎，你别忘了，钠钾泵一直在干活呢，永远不停息。所以这两件事儿永远不停息的在发生，而我们所谓的钾外扩散、外流、钠内扩散、向内扩散，这是真正的干嘛？这是真正的咱们的静息以及兴奋的直接机理，这个是我们的生理基础。好，回扣咱们今天这个难点的最开始的那个机理。好嘞，同学们，再给大家把精准的答案拿出来。等了，咱们就快速的过了啊！这就是给你课下自己好好落实的。然后呢，我们最后来给大家说说，既然我知道了，我的这一触摸，咵，兴奋了一下子，那它兴奋了，它边上的膜呢？它会刺激它边上的膜，也就是说，它兴奋了，不就相当于它从一开始平静到什么呀？兴奋又恢复下来，所以它就怎么着？他就自个儿恢复了，完成了，我完成了，我刚才的动作电位已经结束了啊，所以难就难在大家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上，是吧？那我完事儿了，2毫秒之后，谁又出现了那个刚才我的变化呢？就是它两边的，它两边的，所以刚才你已经静下来了，那又到又该我了，又该我了，所以等到我再静下来，又该谁了？又该。他了，又该他了，同学们懂了吗？所以咱们如果一直给着刺激，我这儿就出现一个，再出现一个，再出现一个，然后我一次一次出现的动作电位就怎么着，就递给左边，递给右边，递给左边，传给右边，就这样往下传下去，就这样。所以你看到的就是我们测出来的这个电图呀，同学们啊，这个在暑期是不是给大家展示过？但是那个时候你们还不太理解，今天是不是懂了？哎呀，越来觉着自己，越跟我们的一些什么啊，看病的时候一些不懂的东西，你自己看到大概也能说的了，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吧？好嘞，这玩意儿咱们不搭理他了啊。那周老师给大家解读解读，他传的时候到底以什么形式传的啊？来，反正你看到传的是一个一个的膜发生同样的电位的变化。那在发生电位变化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往两个方向传呢？因为我们这个部位受刺激了，在它还兴奋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它还什么的情况？就刚才咱们的那个图，来，同学们，就刚才我们的那个图，这儿不是零吗？哎，也就是说，在它电位反转阴影这一部分，这一段时间，是不是都是电位反转的时间？就在这块时间的时候，它处在外附内证。看好了没？它处在外附内证，这就是我们刚才绿色阴影的这一部分，这不是那个反转吗？下面是那个负七十、负多少，下面都是不反转嘛，所以这块是兴奋，外附内证。好，但是人家相邻的膜呢？相邻的膜，人家好好的外正内负着呢，所以就会导致膜外是正，我这膜外还是负呢。好，你把你这膜拿过来啊，咱们的膜不是双层磷脂分子，然后蛋白。不是这个样子的吗？双层磷脂分子，然后蛋白，巴拉巴拉。你这儿好，你是什么？你是兴奋的。你这蛋白质在这儿吸引住好多负离子，我这儿吸引住好多正离子。你这儿是静息的膜，我这儿吸引住好多正离子，然后我这儿吸引住好多负离子，你这儿就卡住不动了啊。但是我这儿有没有一些阴离子啊？什么氯离子啊？有没有一些钾离子、正离子啊？也就是说，我本身有带负电的、带正电的这些小颗粒，这小颗粒在这儿可就待不住了，你这带正电固定住，我这带负电固定住，那我的这个正电的小粒子在它俩中间能停住吗？你们自己说啊，我这儿有一个正电，我这儿有一个负电，我都固定住，然后我这儿有一个带电小粒子，你们觉着它能在这儿带正电的小粒子，它能在这儿停住不动吗？它会有电场力推着它，嗖嗖的往这边走。哎呀，周老师开始给大家讲物理了，是不是？好，无所谓。不懂物理的同学也不用搭理他，所以人家带正电的小家伙就会嗖嗖嗖往这边走，就这个小粒子就从这边推着，往这边走，这就有了什么正电荷的移动，那就是电流啊，同学们。所以你看画的这个箭头就叫什么局部小电流，
就叫局部小电流，局部小电流，局部小电流，懂了吧，同学们？所以你都有电了，我还受得了吗？我受不了。所以哪怕我没有兴奋的膜，我又变成了什么？好，同学们，我又变成什么？好，我这儿原本刚才还静极着呢，我又怎么着？负正。啊，是不是？所以我又有一小触膜兴奋起来了，那我又有了什么？哎，小电流。然后我又有一触膜兴奋起来了，我又有了小电流，我又有了小电流，我又有一触膜兴奋起来了。只要有小电流，咱们电流就是刺激啊，咱们的膜感应到这个电流就会赶紧的兴奋呐，啊，打开那通道，是不是？所以你看这小电流就怎么着，就跟哎。小滚流滚起来，呲呲呲就滚下去了，在这边也是这么滚呢，同学们，在这边也是。好嘞，同学们，原来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部位兴奋了啊，外附内证，边上的部位没兴奋，在兴奋部位和未兴奋部位之间会形成小小电流啊，这个电流就是刺激相邻的膜再兴奋起来，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呢，如果你在学校讲的时候，因为有很多老师这块儿会讲出一些小错误来，大家不要理解错误啊。你别忘了，这是我们厚厚的一个膜啊。然后呢，我们说的这儿是正，这儿是负，这儿是正，这儿是负。这是兴奋部位，这是未兴奋部位啊。周老师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在膜外啊，那个小电流是从未兴奋部位往兴奋部位，在膜外。啊，然后在膜内呢，是从兴奋部位往未兴奋部位。有同学说，老师，我们老师说了这儿会形成局部的电流回路，那你就瞎扯了，不是那么回事啊。咱们说的是这个局部小电流，这个局部小电流，你怎么可能扯上一个回路呢？不是回路啊，不是说回路才会出现电流。这种错误认知的同学一定是错误的，因为有出现那么错误的讲法，周老师那提醒大家一下，不是一个圆形的回路啊，就是指的这一处有小电流移动。这一小块儿有小电流移动，所以一个小电流，两个小电流，就这小电流，懂了啊？所以就跟多米诺骨牌似的，然后呢就下去聊，然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咱们的传导就行了啊。传导的考点就是你要知道具体的形式，就是局部电流。然后这个考点大家呢一定要理解，在膜外小电流什么方向，膜内小电流什么方向。我想问大家的是，它不是最终兴奋往两边传嘛，就传下去，那？跟兴奋传的方向一致的小电流方向是在膜外还是在膜内？你们自己看，能看出来吧？膜外的小电流跟兴奋的方向一致，还是膜内的小电流跟兴奋的方向一致？看出来了吗？应该是膜内的跟兴奋的方向是一致的。这个点呢，也是我们经常考的点。好嘞，然后呢，给大家来看我们最后一个需要理解的点，今天呢就结束啊，我们需要理解的就结束了。然后我给大家做题撒学分啊，上牌，今天看看能不能止啊。来，同学们看。如果我开始离题做实验，测得某一触膜一个动作电位的持续时长就是2毫秒。刚才咱们不说了啊，二维空间一个就是什么电位差值，一个就是时间毫秒，就这两个值，造就了我们的一个动作电位图像，是不是啊？造就了咱们的一个动作电位的图像。来，然后同学们好好理解我们刚才讲的机理。好好的去理解刚才讲的机理。现在，哦呦，我的持续时长只有什么？好，就这两个啊，2毫秒，好快呀！2毫秒一闪而过这个膜啊，这个膜动作电位在这个膜上一闪而过。好，然后这个高呢，最高值是多少呢？最高值是正35。好，正35，就这么两个维度，一个是2毫秒的宽度，时间维度，一个是什么呢？35毫秒的这个纵向的幅度。好，35毫伏的，那我问你，控制哪些因素来改变这两个数据？我想让它更快一些。你这个膜不是嗖一下出现了一个动作电位吗？对吧？啊，你2秒出现一个，我想让你1秒出现一个，1秒出现一个，0.5秒出现一个啊，或者我让你3秒出现一个，5秒出现一个。好，我要改变这个时长，或者我让你改变什么？我要让你变成咔正40毫伏，变成正50毫伏啊，变成正20毫伏。好嘞，就是这么两个维度，同学们。哎呀，我们的基本的啊这个大的科学逻辑原理，我看大家能不能
一下子就出来，嗯，基本思维有，这个很容易就想出来了啊。那比如我要改变这个峰值，大家知道是可以改变什么？可以改变这个，比如说我要让它变成正四十，刚才是不是已经讲过了？我可以增大外面的钠的浓度，我可以把它增大，其实说白了就是浓度差给它变大，或者如果那个通道变多了，是不是也 OK 啊？对啊，就是这个，一般情况咱们可控制的是钠浓度差。嗯，但是我想变这个，来，有没有同学想到？我想让它更快一些，怎么办？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不是因为给了刺激，所以你嗖一下子兴奋起来了吗？那我如果把这个刺激给它加大呢？刺激变强，你们觉着我能不能让它这个幅度变大？你们自己说。我如果把这个刺激变强，那我能不能让它这个幅度变得更高一些？你们自己觉着能不能？能还是不能？反正你刺激越强，我反应就越强。嗯，刺激越强，我反应就越强，反应就越强。哎，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你的这个峰值只跟钠浓度差，只跟通道数量有关系，所以刺激强度绝对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峰值，完全不会影响到峰值，因为我们已经学得明明白白了，峰值只跟这两个因素有关系。但是你怎么能够让那个反应更强一些？你刺激越大，我肯定反应更强啊！怎么让信息总量更多一些？你们自己说，难道是幅度越高，信息总量就越多吗？怎么才能让信息总量越多啊？怎么办？看这个数值在这儿瞎摆着呢嘛，就是刺激越强，可以导致什么？可以导致频率越快呀！哎呦我的天呐，同学们懂了啊？刺激越强，你2毫秒出现一个信号，你变成1毫秒出现一个，0.5毫秒出现一个，所以嗖嗖的就把更多的信号传下去。啊，最后积累下来，信号总量会变得更大。好了，现在这两个维度，尤其是最后周老师又给大家加了一个维度，就是动作电位的频率的问题，才跟刺激强度有关系。这个懂了的同学回个一。行了，咱们最后一个点，周老师给大家解读完了，就是前面我给大家说了，动作电位的峰值只跟这两个因素有关系，但是动作电位的频率多少？只跟什么有关系？跟刺激强度有关系啊！频率多少就，所以你刺激的强，那我就得反应的更多一些呀。然后我最后总量更多一些。哟，这回真懂了，是不是？行了，这就是刚才周老师给大家解读，全都解读完了啊。我们的动作电位就是全或者无，你只要刺激不够，我就没有动作电位；你只要刺激够了，我的动作电位永远就是那么一个样子，不会变高、变大、变不会。但是我会变得嗖嗖嗖，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懂了，同学们，就这意思啊。所以，只要刺激足够强，动作电位的峰值它呢就不再跟刺激相关，而是什么呢？而是动作电位出现的速率啊，那个频率跟刺激相关。行了，那这样的话呢，给大家分析完了啊。那我可以改变那个钠浓度啊，或者改变那个钠离子通道数量，可以改变这个峰值。这个刚才讲过好几遍了，不给大家啰嗦了。行了，也就是，这个小图看了啊，你一个动作电位，我来一个。然后如果刺激强一些，咱们就咵唰唰唰唰变得特别快一些。如果动作慢一些呢，就半天出一个，半天出一个，传的也就慢一些。OK，就是这个样子的哈。所以还要看一遍这心电图吗？行了，不管它了啊。然后呢，这老师传递的图在这儿给大家展示出来，以具体什么形式传递呢？具体就是局部小电流的形式啊，说白了就是每一处的膜出现动作电位啊，就这个动作电位在嗖嗖的多米诺骨牌似的往下传，好吗？啊，然后咱们这道小题儿，大家来看一下，你们自己做，我不提醒，我看大家做到什么程度，这是经典，非常经典，几乎你们平常每个人学完神经调节这块都会遇到的啊，电信号这一块，加油，嗯，加油加油，你们自己做，我看看到什么程度，加把劲儿，看左边一个电极放在膜外，一个电极放在膜内，极化状态，哎呦，这个是负六十，上面是正三十哈，加油加油，找正确的选项。
今天可以满足我们李霞同学的愿望啊，周老师最后虽然给大家拖慢了一咻咻节奏啊，但是呢还行，应该到不了半个小时了，加油加油，加把劲儿。今天学懂了，你就瞬间超过了啊，几乎所有没有懂这一块的同学了。加把劲儿，加把劲儿。找正确的哦。只找正确的选项。零电位的时候啊，电表肯定就不偏转了。只要不是零电位，不就往左就往右偏，是不是啊？周老师给大家一个定义啊，一个做题的这个小策略，什么？没有任何说明，你就认为它往负那边偏吗？是不是啊？这都是刚才讲过的啊。咱们跟尖端班这道题的正确率还是有一定差距，追他们，我们要自信啊！现在追不上，后面还要追啊！周老师是给大家打气的啊。不能这个说他们尖端班，我们提升班，我们就比他差好多。但是现在数据确实比他们差啊，这道题啊，所以越难的东西呢，咱们越努力追他们，好吧？啊，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结束。反正他们到最后清一色的都是紫牌啊，咱们追一追啊，加油，加油，加油！来吧，这道题呢，我们选的应该是四 D 选项。我们选的应该是四 D 选项。神经纤维受刺激后再次恢复到静息，电表指针两次通过零电位，这是非常准确的。你看，现在这不是静息状态？静息状态它是不是往左偏着？哦，你给予刺激，这块兴奋了以后，它是不是逐渐由正外正内负变到零？然后反转到正30，然后又降下来到零，又恢复成负70。所以一开始它从这边，然后呢差值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到零啊，就是 B 点这一块啊到零，然后呢又反转，又往这边来，往这边到正30，然后又怎么着，又慢慢降下来，降下来，然后又到零在这儿，然后呢又降回来，是不是同学们啊？当然这个指针有同学说有时候它会更偏转，就是超级化这块会更偏转，然后慢慢最后又回到这个位置，哎。所以四 D 选项呢是正确的，这道题在尖端班基本上能到80%的正确率的，咱们班将将在及格线这块儿哦，要加油，要加油！你刚才还告诉我听懂了，你们不能是欺骗周老师的啊！来，A 神经纤维在静息状态下膜内外的电，静息状态明明是负六十啊，怎么能是正三十呢？是不是？哎呦，这道题它写的是负六十啊，负六十，然后呢，左图装饰测得的电位，那不正好是静息电位吗？就是 A 点吗？不能是 B 点呢，是不是啊？来，同学们，然后 C，适当降低细胞外液中的钠浓度将导致 C 点，这肯定是下降啊，它不是增大峰值增大，你得是让内外浓度差增大才行，而不是把外面的浓度变小，是不是？所以。咱们比他们基础差，咱们是不是更得拼命努力，而不是自己在这儿，这个一边哀怨一边叹气，一边不努力一边继续躺平，是不是？加油，加把劲啊！说明还是有一点点差异的啊。然后呢，这道其实大家呢不用过多的纠结它了，我先告诉大家答案，你们课下呢先理一理，做一做，下一节课的时候我带着大家再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在我们的高中老留着这道破题啊抓着不放，而在我们的所有高考卷里面，不管哪个地区不太考这种双两个曲线的呢？因为人家零几年的时候，上海高考题考了一个这个题，就后来永远抓着这道题不放啊，所有地方的。高中的老师非得给同学们出这个这个图，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老师这样的怎么这么复杂什么的。下节课我带着大家去分析，好吧？几乎大概率在咱们的高考卷上很难出现这样的，基本上这样的是常规的考法。只有上海零几年考了这么一道题，后来的高中老师就有这毛病，就抓着一道题不放，哎，就非得用这个题来考大家。但是几乎其他地区的高考卷从来没出现过，懂了啊，同学们，这道题你们自己呢先选一选，拿一拿学分。
分，来加油。周老师呢会给大家解读，就是让你们知道咱们应该怎么做，不是抓着一个不该讲的难点在那噼里啪啦的使劲的讲，是吧？然后呢，该讲的一些基础点全都落实的全的，周老师呢也不会给大家漏掉啊。咱们讲课从来不是为了就是瞎炫技啊，说我讲的多好什么的，咱们就是为了大家真的能提高啊。你提高了这课也有用啊，你不提高这课一毛钱用都没有，是不是？当然也有可能是大家没有好好利用这个课。周老师相信你，只要跟着周老师用心的把这个课利用上，那怎么可能不提高呢？是不是？加油加油啊！好嘞。我说咱班咋就我一个人说话了？怎么了？大家都撤了啊？你都忘了今天是托托了是吗？今天是周托托上线了，你这听得太专心了，王海，已经太投入了啊。好，10、9、8、7、6、5、4、3、2、1，结束了。好，卓越了，朱 颜又出来了，小眼睛，看一看，行。然后呢，再给大家来。再来大家看一下，这道题呢也是给了大家一点信息，你们可以家做一下，好不好？下节课我带着大家呢简单分析，其实就是给了你们信息嘛。咱们呢该讲的机理，刚才呢都给大家讲了，来666吧，好，就666，很容易分析出来的啊，很容易分析出来的，它就是在改变浓度差。考你小逻辑，就是在改变浓度差，考你小逻辑。好，10、9、8、7、6、5、4、3、2、1，结束了。好嘞，手速快一点。手速快一咻咻，坚持到最后，每次都特别开心。开始上牌牌，开始拿分分。好嘞，这怎么速度慢了呢？最后，行了，不等了，周老师。好嘞，结束，结束，结束。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你们看看，这不就是标准的这个传导的题了吗？自己做一下这道题吧。来，同学们，加油，加油，加油。看准了啊，找正确的选项，双向传导，局部小电流的形式，膜内局部小电流跟兴奋方向一致，膜外好像正好反过来，是吧？具体的再来巩固一下。还差几个子啊？咱们不能一个都不子啊。哎呦，说子就子了，主演阿森，好。李霞，我看到你了，25，你走不走？林林，林林，真棒！一红是不是还差一道？王海还差几道？康悦，森森，说紫就紫上了，我们静琪，好。So easy， 哎呦，真是。So easy， 好，有一可，哎呀，你前面是不是不小心错题了，是吧？好，加油加油，速度，10、9、8、7、6、5、4、3、2、1，结束了啊。我们的子月也紫了，真棒。子月，亮宇还差一个是吗？好嘞，不等了啊！提升做题速度也是我们课堂高效的一个方面，每次都强调让大家提前做题啊，然后呢，让大家这个提前预习是吧？好，那这道题呢，正确的选 4D 选项，兴奋部位内正外负，的确是由于该部位纳内流，是的，这就是基本机理。好嘞，那兴奋在神经纤维上双向传导，往两边传，然后未兴奋部位，当然演反射弧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这个单向的啊，离体做实验的时候，你肯定可以双向传的啊，在神经纤维上，那未兴奋部位。
电位，等到下一节课我给大家细讲，所有的一些综合性的问题了啊。卫星分布为电位呈外正内负啊，这个是正确的，是因为对钾的通透性大，钾外流。然后兴奋后膜外局部电流不就是从卫星分布位往兴奋部位流吗？所以他说反了。然后同学们看，这题才是高考题呢。高考题考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的，怎么样？不错吧？啊，然后看正确的，来一起分析。钾的大量内流是神经静息电位的原因，外流呀，外正内负呀，是不是啊？然后 B、C 段，好嘞，上升值。钠大量内流，是的，需要转运蛋白，消耗能量。No， 不需要。这个什么呢？载体蛋白需要的是什么呀？需要的是通道蛋白，好吗？需要的是通道蛋白，不消耗能量，好吧？啊，不消耗能量。然后 C D 段钠通道关闭，钾通道开放，行了，选 C 吧。C 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原本的那个机理。好，动作电位大小随刺激的增强不变。啊，幅度不变，频率变。好嘞，这道题 OK 了，同学们，我倒要看看还有谁不上学分的。来，还有谁？周老师再额外给大家发一道，咱们就走，咱们就结束，行不行？嗯，额外再给大家发一道。今天还挺痛快的啊，大家后面真的跟上了，很不错，因为它是一个贼难贼难的点，可以说我们整个生物里面的机理的难点。嗯，炒饭了，叶红叶炒饭了，好的，文慧，哎呀，我不一一的点名了啊，全都容蒙，好好好，嗯，五四三二一，结束了，来，同学们，接着来，最后一个了啊，最后一个，同学们，来看这道。预习的课件，周老师给大家把这个题加上了，是吧？然后正确的是，看好了啊，我们随着时间的变化，从第一个时间、第二个时间啊，然后呢，给它的刺激强度是 S 一、S 二、S 三、S 四，哎，直到强度增到 S 五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膜开始出现动作电位，动作电位。然后问你正确的是，来看 A， 刺激要达到一定强度，才能让我们的神经细胞产生兴奋，这个对不对？马上选，搞定。哎，对的啊，你看，没有达到 S5 强度之前，它是不兴奋的。好，然后刺激达到 S5 以后，随刺激强度增加，膜电位峰值，膜电位峰值一丁点儿都不再变化，虽然它画的丑了吧唧的，但是那个幅度不变的。根本都不变，但是呢，它的宽度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如果你刺激强度越大，它会什么？它会越快一些，然后嗖一下就过去，嗖一下就过去，是不是？所以这个是错的。然后呢 ，S 一到 S 四期间没有离子进出，哦，没有钾外流和钠内流，难道还没有钠钾泵工作吗？难道还没有其他离子的通过吗？你的活细胞永远都会有离子出入呀，这不是胡扯的吗？对不对？所以 C 简直错的姥姥家了，你的活细胞永远有离子出入啊！咱们这只是在讲膜上的电位相关的钾外流和钠内流而已。好嘞，所以它没有跟这个电位相关的钾外流和钠内流，但是人家别的离子肯定会进进出出的。然后 S5 到 S8 细胞膜的电 S5 到 S8 是不是给刺激啊？给刺激它不得从静息到兴奋再恢复静息，它的膜电位在变化的，怎么可能一直是外正内负呢？所以 BCD 错的啥啥的。好了呗，这道题难不难学分？这道题是不是 OK 了？同学们来了，最后学分，最后牌牌，我看还有人上紫牌吗？结束了啊，咱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然后我给大家发下课红包啊，以及咱们最后的全部的考点考法的总结啊，总结页很重要啊，像猴一样爬来爬去，什么呀？就说的什么呀？啊，周周，你这说的什么呀？我这简直这什么呀？我得读一读，让大家一块读一读。哎呀，赶紧的看看他说的啥，像猴一样，什么整衣服那什么东西，就是哎呀，说的都不知道怎么描述了。嗯，好嘞，好嘞，好嘞，嗯。五四三二一，结束，来吧，同学们，好嘞，你们可真棒啊，非常棒。来，最后周老师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总结，你们自己课下好好整理一下啊。周老师给大家全都总结了啊，全都总结了，因为我们最后这儿特别难，所以我把具体知识给大家整理出来了。前面那一块呢比较简单，所以我给大家把那个点提出来，下面我干脆
把所有的具体的知识全都给大家总结出来了，看到了没有？看明白了？下面我给大家总结的具体的啊，你自己就知道，就这么点核心点必须得懂的，全都给大家整理出来了，包括这几个核心的图，我全都给大家整理出来了。好，然后最后我们的红包发出去，咱们搞定，完全搞定，完全搞定。嗯，准备回放，再好好的消化消化，理解理解。好，OK。你刚才能不能给我描述描述你那像个猴的心情是怎么回事啊？好嘞，五四三二一，结束了咱们的红包啊！下了课记着啊，跟我们的 well 红包结束了，记着跟我们的辅导老师联系，有什么问题答疑啊什么的。还有咱们不是有那个奖励啊，看一节课多少学分什么奖励，然后做题的奖励自己记着做啊。上节课的30学分肯定你们都拿到了。好嘞。